好，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十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首先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委员第九届第五会及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7年3月12日上午9:22至下午4:58。地点：立委院青山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洪世庸委员等13人，列席委员陈一鸣委员等34人，列席人员教育部部长潘忠率同有关人员。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二、黄永泰又来，这有什么？教育部部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本次议程由委员洪慈庸等26人提出质询，敬请教育部部长潘文忠及相关人员积极答复说明。另有委员林俊宪、叶宜津提出书面质询，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三、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通过临时提案2项，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议事录确定。那今天的议程是邀请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首先，我依照惯例介绍在场委员，欢迎苏巧慧委员、张廖万坚委员。好，那与会的官员有我们故宫的林正仪院长、副院长李进惠副院长。黄永泰副院长，好，那就率领所有辛苦的故宫同仁，就不再跳过，不再介绍，欢迎大家。那现在我们就请林院长进行业务报告，那报告时间是10分钟。好，劳烦院长。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大家好。首先，请对大院在上议会起对本院的支持与策立表达诚挚的谢意，同时也希望未来对本院施政能持续给协助与指正。有关本院施政方向与重点，除另备有书面资料外，以下就三大业务重点及重要延续性工作两部分提出报告，敬请指正。在三大业务重点部分，一、强化故宫南院在地连结，提升民众参访意愿。针对外界关心故宫南院民众参访人数下降议题，本院已规划五大策略。第一，北部院区重要文物及展览南以南部院区展存，并提升南院现有常设及特展的可亲性与趣味性，同时规划活泼且连结在地的教育推广活动，以拉近文物与民众的距离。第二，进行观光资源整合，透过南北两院联票优惠、馆际联合策展、在地活动串联，推出旅游组合套票，并加速交通改善等方式，有效提升南院参观人次。第三，规划文化扎根专案，推出百万学子游故宫，吸引青少年朋友参观南院，并落实博物馆教育功能。第四，借由国宝修复展示馆的设置期间，举办相关主题性活动，以吸引民众前往参观。第五，配合亚洲艺术文化园区主题，规划打造可食地景种植富有亚洲长眠芳香植栽，设置香草植物园，提供在地居民不同文化体验。二、积极推动新故宫计划，带动观光产业发展。故宫公共化带动观光产业发展中程计划，以提升故宫公共性为核心，从景观、展览、活动、交通、行销五大面向，全面强化故宫北院及南院软硬体设施与服务品质，其能营造故宫成为世界级观光亮点，并串联台湾博物馆群，促进台湾博物馆观光资源整合，共同带动观光产业发展。本计划107年度预算4.2亿已获大院三读通过，本院已建立计划执行进度
管控机制，课程全力推动107年度预期办理的工作项目，包括北院及南院工程的前置作业、专案管理、先期规划设计、监造服务及统包工程委托等。在博物馆群国际观光网络系统建设部分，预计执行博物馆群国际观光联盟网站建设，举办故宫国宝出游区展览及启动博物馆群国际观光联盟服务设施友善化等相关子计划。三、落实前瞻基础建设，加速文物数位应用。在前瞻建设计划方面，主要是推出数位资产的保存、转化、应用及开放，拟定普及高画质服务、影音串联 4K 产业及发展数位文创两项策略。106年度已完成计划人力器材配置，并与交大、北医等大学展开数位合作。另外，已完成器物类重点文物高解析数位化拍摄320组件。107年度推动重点以加速数位化作业为主，包括预计完成器物类重点文物高解析数位化摄影2200组件，图书文献类高解析度摄影拍摄100万页以上。在重要延续性工作部分，除了上述重要施政外，对于既有的延续性工作，本院将持续深化推动，以落实各项计划成效与目标。重点包括一、推动故宫公共化，营造全民博物馆。本院除持续办理院藏文物数位化与公开化，离峰时段国人免费参观，开放展场拍照摄影外，106年度已完成制定文化创意资产公共化利用办法，本法案今年1月已进入预告阶段。此外，本院将着重提升观众服务品质各项工作，包括乐龄及无障碍软硬体建制，加强多语种导览等。二、在深耕在地文化创造美学教育部分，106年度配合2017台北市大院推出以熊型文物为主题之展览，与地方合作办理有同安朝彭武游新媒体艺术展、金水雅集故宫书画新媒体艺术展等展览。107年度本院将协办漫画家郑问纪念展，6到9月展出201件原稿画作。另外，配合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本院规划百卉清供瓶花与盆景画特展及花式品味花器与生活等特展，并与国立美术馆等共同策划107年花之礼赞四大博物馆联合大展。三、提升专业研究展览水准，强化文物安全维护。106年度共举办之常设展、专题特展及国际借展共计有26项，其中以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与包装艺术展，透过18世纪的文物包装与设计巧思，回应时下流行的品牌创新议题，获得博物馆评论推荐2018年1月份重点展览，并配合院内各项特展办理之专题演讲共29场，计有5800多人参加。本年度亦将完成文物维护手册编写。四、跨界创新，创造博物馆多元价值。在策展跨界合作部分，106年度本院与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合办国宝的行程书画精华特展，令国光剧团亦呼应本展览在国家戏剧院展演快写实请帖，加上电子纸显示器、新科技展示看板应用等，开启了博物馆跨界合作新模式。本院将持续推动跨域合作计划，加速创新故宫价值，五、塑造故宫品牌新形象，强化国际连结。在文创行销国际化方面，106年度增加亚马逊及 U-Design 两大通路，搭配圣诞节等重要节庆行销，陆续启动美国、澳洲、加拿大、英国等海外平台上架。此外，本院以
台湾新锐设计师周一莹合作推出联名系列服装，以翠玉白菜、快雪石青铁、西山行李图等文物为服装设计灵感来源，并搭配台湾精致工艺，成功将故宫文物连接台湾工艺时尚设计，登上纽约时尚周。在学术交流部分，106年度本院与国际交流活动计有101次，107年策划举办迎接4.0时代博物馆长论坛及皇家文物的鉴赏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将邀请国际重要博物馆专业人士共同参与。在缔结姐妹馆部分，106年度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博物馆缔结姐妹馆，并与法国远东学院、蒙古科学院、香港城市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107年度，本院将陆续与各国博物馆洽谈各类合作计划。6，带动故宫年轻化，实现转型新气象。本院于106年度8月成立了青年事务及行销专案办公室及儿童暨青年事务推动执行会，办理青年代表海选计划，举办故宫青年数位跨界对谈系列讲座，强化南院区儿童创意中心亚洲艺术文化展示，办理故宫青春微电影闯关解谜等系列活动。107年度将持续办理故宫青少年文化大使、台湾儿童艺术教育空间联盟论坛等相关活动。最后，本院面对新时代国际竞争趋势，将持续例行公共化、在地化、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年轻化等6大施政方针，积极推动新故宫忠诚计划、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及各项重要延续性工作，加速重要典藏数位化，促进国家文化资源开放产业转化应用，建设故宫南北两院成为世界级观光亮点，对外强化国际竞争力，对内促进地方发展，扩大故宫观光外溢效益，串联博物馆群，共同促进台湾观光产业发展，发挥故宫最大价值。最后再次感谢委员会各委员给予本院业务长久的支持，谢谢。好，谢谢林院长的口头报告。那现在开始进行询答，每位出席委员质询10分钟，必要时延长2分钟。列席质询委员每位8分钟。发言登记截止时间是今日上午10时30分。那委员如有临时提案，请在质询结束前提出。处理提案时，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原例不予处理。好，那现在我们首先邀请今天第一位发言的委员张廖万间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我们请那个院长哈。杨琴。委员早。哎，院长早哦，我看你的那个口头报告时间都很精准了哈，大概也针对了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大概也做了一些很简要的报告。我想我们在上一次的委员会有提到那个新故宫计划嘛，是。那看起来新故宫计划很显然就是说里面大概分2种，一种是北院的整个本院的一些计划，但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是针对南院的一个问题啦。哦，那南院因为开幕了2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人次的问题哦，就是说他这个人次的下降到底为什么？大家在比就讲，比较就奇美啦吼。奇美当然最近也有这个问题。奇美就是他2015年初开幕之后，那2年他是高峰期，他比较新鲜哦。然后这个大家都会去看哦。那其实他第3年哦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啦吼。不过他下降的速度是没有我们故宫南院那么快啦吼。那我们从这个次数来，从人次，故宫是从第一年的147万就降到第二年的破百万哦，这个就是让人家觉得，那个降的速度这么快，会不会影响到？因为是故宫现在到底南院发生了什么问题了哦？那其实我们在看一开始我们在讨论就是，是不是因为陆客、中客来了，突然间他的人
观光人数是雪崩式的掉落，所以也连带使我们重要的场馆的参观人次也是。但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国家的观光政策上，我们从国际旅游人数来看，其实是没有增加的，是大概微幅成长，破千万之后是没有，因为也一定会有受到那个中客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这个还是会有一些问，还是会有一些成长的一个瓶颈啦。那但是基本上并没有大幅掉落了。那我们其实从场馆各个场馆来看，其实故宫已经是国际性的，如果从人次来看了，参观人次已经是国际，绝对是已经列入十大了，大概就是跟这些国际性比较重大的场馆来看，其实都没有输了，都没有输。但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说怎么样子，北院其实从500多万掉到400多万，都还是很多人，其实还是算参观人次还是非常多。那南院的问题从147万、148万左右掉到破百万，这个事情对于嘉义当地的我想当地的几位委员非常关心，非常关心。那我们在看说现在故宫的南院的问题啊，从次数去检验，其实我去看过两次，我觉得里面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展出内容的问题的。内容，我想院长你非常清楚啦，你也常常你这个经营场馆的经验也算丰富了，它还是一个内容跟定位的问题了，就是说里面感觉场馆不大，这谁家的没了啊，有各种主题，那有的很吸引人看没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外在条件的问题，70公顷只开发了20公顷，那你现在的 BOT 跟华喜的这个问题啊，很显然从报章杂志来看啊，大概今年8月17号啊，7月到期观光第一期的观光旅馆没有这个完成，你们大概就是要跟他解约了。我看你们大概就已经都报纸媒体都在写了。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从人次上来看的话，那我们当然新故宫计划里面也有很多计划，包括你们要做这个国宝修复计划啊，是这那个国宝修复馆呐，就是37亿的这个要纳进去哦。那我现在是要跟院长讲说，当然内容场馆的安排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能够在新故宫计划里面得到解决的话，那这个6年的计划会让我们故宫南院它的定位，它未来的这个参观的人次来检验的这个指标来看，会很稳定的缓步的止跌或者回升哦。院长，你个人的，我看过那个新故宫计划的这个数字啊，我坦白讲，我上次就跟你讲过，说我实在有点怀疑。那你个人认为，今年能不能维持在百万？107年就我们当然人次都大家谈，人次是一个指标了哈。是啊，你到底你有没有那个信心？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以当时南院的一个规划啦，就是说当时预定的话，就年度的参观人次大概多少？定在100万。100万。早期的一个规划的目标的。可是第二年如果按照奇美的经验哦，第二年其实还在蜜月期啦。是。人家2年都还差不多，到第3年才降到40万左右。那我们是第一年蜜月，第二年马上降到40万，这个是会让人家担心说往下掉。好，我现在知道这个100万。好，是。其实我们100万如果把它维持住，那内容把它改好，第二期、第三期后来开发好，那没有问题。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说，你们都知道问题，但是怎么解决的问题。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就好了。最近嘉义的灯会啊，号称有1000万人次啊，那1000万人次跟故宫南院也在嘉义的关系是什么？你们跟他有没有做连结？你们也讲到在地化嘛？那在地办了一个国际灯会，一个台湾灯会这样的一个节目，难道这1000万人次对故宫来讲、南院来讲的参观人也没有任何帮助吗？你没有任何的行销，还是说里面就是因为我们讲的限制，说他的展场的内容的这个安排就是这样，所以大概也没有吸引力了，所以大家不来。这一部分跟委员报告了，就是说在灯会这一段期间，我们除了就搭配包含办好多跟灯会有关的展览跟活动以外，另外这一段期间也其实的话也有开放搭配灯会期间，就3点以后我们的话，打卡免费的措施，所以实际上他参与的灯会开放以后，都有超过差不多六千万的八千人。可是我跟你讲，我用统计数字来看，是，当然我们都是统计数字，我们当然
因为那个有时候那个旺季，二月是旺季啦，可是因为它跟农历春节有连带关系，所有的统计方式是用农历啦。如果我们从今年的大年初一到嘉义灯会三月十二落幕哦，那当去年都还有十五万多了，十五万四千人左右了。是，那今年哈，你看哦，有这个灯会哈，跟去年比啦哈，就去年都还有同样这段期间，大年初一，好到这个大概有二十三天、二十四天这个期间的人数，大概十五万四千，同期这样比，今年哦，今年的大年初一我们的灯会。好、哦，这个结合灯会的，好、哦，还有大年初一的春节，这样比起来，欸、我们还少了五千人呢。我这样算了，而且是今年的统计，我还算，我助理算的是多了两天了、啊，这样还少了五千人呢、啊，跟去年同期比啊。是，说千万这个，我们讲说，我们都知道问题哦，都知道说啊，跟在地连结，在地如果你看哦，嘉义争取到灯会，那也是大概十年二十年才那么一次啊、哦，那你们到底跟这个之间和跟在地？连结，然后共同透过这种节庆来行销，我看也出了问题啊。这一部分最主要包含去年了哈。去年的话，因为我们办的日本美术之最，也就是不是？我现在院长，我现在问你说，我们的这个嘉义的灯会，台湾灯会就在我们故宫博物馆，就在嘉义南院啊，就在南院这边啊、哦。那为什么号称有千万的人是来，对于我们故宫南院的？参观人次还是没有刺激的作用。这一部分我们也有检讨了，就是说，因为检讨的结果是什么？包含到这一段期间，元宵或者说灯会这一段期间，也搭配了办了展览，然后也在他灯会主题区办了数位展。那周边的话，我们也办了包含到亚洲的一些美食展等等。那这一些活动相关活动的一个搭配，最主要还是说，因为他整个灯节，院长，我起来哦，一般来到那边，可是我要跟你讲说，这个数字看起来，但我们参观的人次是做一个指标了哦，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可是指标呢，看起来好像还比去年同期哦，就是用农历春节前后这样子来比，那个二月是观光，春节前后都是观光旺季嘛哈，包括那我们今年还有灯会，还有千万的人潮来，为什么还是下降的？还是这个趋势哦？好了，没关系，这个我们都大概都知道了哈。其实嘉义的观光资源其实不少，还有阿里山的美景八景那个是台湾八景。那其实我们就很担心了，就是说您上任之后，其实像 BOT 南院的 BOT 那也发生了问题、哦、那我看你们跟他们沟通也不良，这两年这一年半来将近两年，我看一直都沟通不良、哦、那争议也不断、哦、大家的讲法都南辕北辙、哦、那你八月十七号跟他解约了之后，你们打算怎么办？这一部分我想跟委员报告，不是我们沟通不良了，因为它是一个促进民间参与投资，它在整体的话，就是说它整个投资计划书的一个修改。那在修改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有我们原则，一方面的话，一定要依法依约来确实执行。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话，公共的八月发生了之后，真的，我现在提醒你们过来，接下来第二期、第三期怎么办呢、啊？其实我想，任何场馆它还是，既然它七十公顷嘛，我刚才一开始就讲说只剩二十公顷，你开发二十公顷。那当然，后面你们现在要盖一个故宫的那个国宝修复馆哦，那个要六年了，要六年啊、哦。是希望行政院是希望我们四年盖完，三十七亿啦哦。是。那其实我是觉得，哇，古达姐想象工黑别墅，你们现在你看到、哦、一千万的春节的人潮跟，跟也给你们这个资源哦，光地在地节庆的观光资源给你们哦，那你们对于吸引这个人潮来参观故宫南院的努力啊的结果看起来是。不是很好哦。啊，我感觉你的故宫博物馆，起码这国宝修复馆哈，美术起码六个讲阿伯安怎救故宫南院的这个它定位也好，它的这场这个内容的安排也好啊，从参观场次来看，要怎么样子止跌回升，让它不要雪崩掉落，看起来是有像你们还有一个百万学子游故宫了哦。是，我为什么会担心呢？我看了很多，你大家都知道问题啊，阿伯安怎改管哦？你说现在年轻人一个调查报，年轻人参观这种博物馆掉了三成，所以你们有很多计划准备要针对年轻人。其实我们故宫北院也有一群年轻人很厉害，这个之前大家都咨询过，他们从网络里面去行销哦，那个观念很新哦。可是我看你们今年编了一个九百万，说要针对学生。那我看看最后
只有比较主题性的活动，有一个夜宿博物馆两天一夜，这个也是老掉牙的节目，就每个博物馆现在都在推这个东西了。夏令营又办两场，一共花了150万，然后其他的是办，当然有一个合作教案的开发，这个部分是比较我会期待，但是这650万这样子跟百万学子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这边跟委员报告，这个的话是北部院区的一个规划活动。我们南部我知道这整个针对百万学子的话，会有不同类型的一个规划，规划以后再拿给委员。这个百万有什么关系？900万，他说要百万学子有。没有没有，我们的话希望说结合到民间的资源，包括到其他地方政府的一个合作。最后我还委员时间关系，我要提醒你，大家都要。讲说那个故宫南院的问题，那我们的整个编制定位就只有一个南院处啦，七处之一啦，这个在很多的文献探讨、文章探讨里面，在谈到故宫经营困境的时候，其实有提到编制的问题的。我简单跟委员再报告两件事，就针对南院部分，我们整个也在检讨整个院的处规程，那会将来人力方面那边会去强化。这个是第一件，第二的话，南院我们的话也找出很多问题了，包括刚才讲展览的话有没有吸引人，展览的一个内容呈现方式，内容才是王道啦，对，说你的那这个的话符合不符合国人的一个参访的一个习惯或他们的一个兴趣，那这一部分我们都会今年陆续四月就开始会去改善去强化，希望的话更可行，我们会持续来关心这个问题啦，展览你们的南院的挑战真的还蛮。但是的话，就是说国宝馆啊，未来的一个规划，朝向更生活性、更主题性。那希望的话，那个都要很有竞争力跟号召力。希望是真的有用。展馆这个策略真的有用。谢谢。好，谢谢委员关心。好，谢谢张廖委员质询。接下来有请黄国书委员。谢谢主席，有请林院长。院长，院长好，委员早。我看我们今天可能要来讨论一下，该如何来拯救故宫南院呢、啊？刚刚万建委员说，灯会期间有1000万个人到嘉义去玩，结果不到15万个人去故宫南院。其实还不是最惨的哦，在过年前那一月份一整个月份创下故宫南院开馆以来的最低的人数，一个月45000人，一个月45000人等于是一天啊1700个人。那1700人的概念是什么？这个20公顷的院区啊，同时在参观，如果以一个小时来计算啊，同时在参观的人啊，不到200个。今年的一月大概就是这样的状况，同时在参观的人不到200个人，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没有提出对策，很多的方案没有有效的执行，坦白讲，故宫南院我们就会眼睁睁的看着它变成全台湾最大的文字馆，我们都很担心。坦白讲，我就有些问题想请教了。其实各界都在关切这个故宫南院啊。总共面积70公顷，它的主要场馆只有20公顷，其他还有50公顷要做什么？现在是空秃秃的一片，叫做 BOT。这个 BOT 案各界都在关切，什么时候签约的？104年8月17，也就是旧政府时代冯明珠院长的时候签的合约嘛。好，当时是用促参法嘛，是吧？是。这个叫故宫南部院区附属文教设施参与兴建营运转移案，请问这个 BOT 案目前的进度已经到哪里了？BOT 的话，它是有三个期程呐，那是50年的一个合约。那第一个期程以OT 为主，就包括餐厅、停车场那个完成了，这一些已经完成，第一期完成。第二期的话，依照进度的话，今年8月17要是应该完成到文教的一个体验设施跟服务，还有160间以上的那个。饭店的一个工程。好，按照合约来看，它必须要在今年的8月17完成楼地板面积3500平方公尺以上的文化体验休憩设施。是。好，
106房以上的住宿服务设施。好，我想问一下，他要经过多少程序啊？他要设定地上权吧？他要申请建造嘛？地上权呢这一部分的话，因为它是融资的一个需要了。当然，其中的话，目前他当然要设定地上权。目前这一段期间，他必须要完成到他的包括兴建计划书，包括到建造取得，包括到环评跟实际上的一个使用执照，就建筑完成也有使用执照跟营运、试营运等这一些啊。那他设定地上权了吗？地上权还没有，还没有，有取得建造了吗？哦，设定的，哦，地上权已经设定，但是要我们那个地上同意他地上权负担这一部分还没有，还没有融资的一个需要上。那取得建造了吗？还没有，还没有取得建造，那剩下多少时间？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取得建造，如何在今年的8月17号以前完成刚刚所说的文化体验设休憩设施是3500平方公尺，还有106间住宿设施，有可能完成吗，院长？这一部分，因为就以工程的一个进展来讲，确实的话，在我们评估的话，在8月17号是很难完成。那因为这个约他签订哈，它包含到整个他的一个最大问题在于他当时的一个投资计划书。那投资计划书他在就是在执行二期提出兴建计划书的时候，发觉他投资计划书的话是有困难，所以他提出了很多修改。好，我想问几个关键问题，是这个非常的细节。这么大的院区，好，我们先看有色彩的部分都是 BOT 案的范围了，哈。是。好，我想问一下，好，我们当时合约定的那个兴建的规范内容。到后来他们有提出了一些修正，造成了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进行，他们变更了什么东西，有几次的变更？他的话总共经过了有六次的一个六次的变更。好，我们来看。最主要他是大概就这些了，每次的变更都要经过院方的核定嘛，审议委员的一个要审议委员啊，审议委员要通过。是，他每一次提出来的变更看起来都没有获得审议委员的同意。是，最大的关键问题在哪里？最大的关键问题一个就是说商业的营业空间大量的一个增加。他第一次的变更就提出来总开发面积大幅增加，你们没有同意。第二次文创体验馆快挖地下室增加附属商业设施，没有同意。再来，文化展演空间大幅减少，都是这样的原因，好，一直到现在。也就是说，那院长，你知道他减少了多少的文化体验设施，你知道吗？当时是希望他要达到3500平方米以上的一个文化体验设施，后来减少了差不多，到3000平方米左右。好，他减少了，所以没有办法符合你们的规定。除了减少的话，这个是整体开发的内容，就是说规模。好，所以因为他们提出来变更嘛，不符合嘛，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过关，所以眼看这个案子就卡关了。那不止这样，那财务呢？如果刚刚的整体开发内容刚刚这个样子你卡关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它会变成大巨蛋的翻版。所以院长，你可能要很小心台北市政府在推动大巨蛋的过程里头相关的问题。它变更了，天哪，不符合公共利益，不符合当时原始契约的需求，是引起轩然大波。那现在这个案子还没有开始兴建，所以你要想办法在整体的开发的内容这个部分，你要注意到过去的前车之鉴大巨蛋，你不能让它变成大巨蛋的翻版。这一部分也谢谢委员的一个提醒跟关心。其实的话，这一年多来我们的话一直坚持的就是说一定要依照当时的一个投资目的，然后确保依法。当然只有一个前提，符合公共利益，是只有这个前提。那再来我们来看财务，财务他们也修正了6版，也没有一次通过。
财务的部分，融资金额不足，计划需求，大概都是这样子。哦，好，如果在财务计划这个部分，我们如果没有审慎的因应，公司有可能透过五轨搬运去跟银行借到钱，这个当然都假设了，去补其他的他们财务的黑洞。我们也很担心啊，这个案子变成庆付案，在财务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院长你要特别特别谨慎啊。现在都还没有发生哦，现在都还没有发生，但是你们一定要小心因应。六次你们还没有通过哦，是好，接下来怎么办？眼睁睁的看着八月十七号快要到了，按照目前这样来看，它根本不可能如期完工，怎么办？那你现在故宫要怎么处理？会给他们有考虑过给他们展延吗？这一部分，因为它必须要整体再去包含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评估，跟是不是归责在乙方的责任。那这个我们的话，目前正在做评估。不管是展延或是终止契约，我们要回到你当时的跟他的订的契约嘛？是啊，订的契约21章。这是你们跟他们的契约，契约的变更应该以维护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为原则。好，在这样原则之下，你们可不可能给他们展延？目前我们是以这个变更他的一个投资计划书是他的一个行为，并不是我们要求他来变更，所以的话，应该这些他应该自己能要去评估。那我这样问好了，是。那所以你跟他要终止这个合约，可能就要等到8月17号以后喽。目前来看，假如预约了哈，当然的话就是说，因为在20章当中就包含到终止契约部分。那终止契约它有合意的一个终止跟规则乙方或者非规则乙方的一个终止方式。那假如是乙方的话，他违反到他不是他的每一个关节，院长，我了解每一个关节，你们都要非常小心的因应，因为未来这个案子可能会诉讼了，看起来是跑不掉的哦。那你们有没有考虑？他们已经提出仲裁了，用促参法，促参法的强制接管。我们在24章的合约里头有提到，什么样的状况下可以强制接管？促参法，我给你们看看促参法相关的规范好了。是52条，第一款，施工进度严重落后，工程品质也重大为失，经营不善或其他重大情势发生，这个可以给你们参考。是再来53条，施工进度严重落后，工程品质重大为失，一样延迟即有损害公共利益或造成紧急危难的时候，可以勒令主管机关得令民间机构停止兴建或营运之一或全部，通知政府机关有关机关，然后必要时并得以强制接管营运。请问一下院长，你们有没有做这样的准备，强制接管的准备？我们是基于说这个的话是民间投资，当然的话希望它能进行，但是的话也有去考虑到未来的话，真的它这个没办法进行，或者说它严重落后，然后终止契约这一部分，因为它目前并没有投入二期的话，都还没有投入兴建工作了。那一期的话，这一些当然就 OT 的部分来接管的话，没有很大问题。但是的话就是说，在针对它原有 BOT 的这一部分，未来我们是觉得说，因为它的话是地域上也比较偏远，所以包含到我们希望说，还是将来要接管回来，我们会比较偏向原来的一个规划，以提供亚洲文化艺术的一个体验园区为主。所以你们由政府来，所以你们也已经做好要接管的准备了吧？我们的话是没有既定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决定的哈，但是的话，后续方面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因应方案。那我再问最后一句好了，是。
所以你们要等到八月十七以后，八月十七号以后才做处理了。会做评估，不一定八月十七号是不一定。哎，是，所以可能在之前做处理。是，好，以上，谢谢，谢谢。好，谢谢黄国书委员。下一位有请苏巧慧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院长可以了吗？好，那有请院长。院长请。苏院长，院长好，院长，从刚刚您的口头报告，还有回答前几位委员的这个答复当中，我应该可以浓缩成几句话，就是看到你非常期待带领故宫成为世界级的观光亮点，借以带动台湾的观光产业，大概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你对故宫的定位，这样贴切吗？其实的话，就博物馆了，你认为这是最大价值嘛？不是，这个的话，因为一方面我们在撰写中长程当中，我们也希望说，我看你应该是看到我的题目，你开始害怕，想说我要问其他的了，对吧？新的视角哈，去看博物馆这样一个包括社交机构跟产业是没有错。博物馆四大功能嘛，典藏、研究、展示、教育，这是我两年来在对您质询的时候一再提到博物馆的四个重点和面向。我相信如果今天院长只以带动观光产业作为故宫的最大价值的话，那我想我们对故宫的想象和定位其实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您既然在这里提出故宫启动转型和新故宫的忠诚计划，那我就想就这个故宫的定位来跟您就教。刚刚大家都在谈南越的人太少，南越的参观人次太少，没有错，人太少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我必须说人太多也是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北院啊，我要跟你谈的就是北院的问题。先看这个奇美博物馆，是您待过带领过的奇美博物馆。奇美博物馆去年的参观人次下降了4%，下降了40万人次。但是副馆长说没有关系，其实这反而是他认为是适当的品质，过去人太多。那您呢，在这个今年二月初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也指出哦，你也指出，以北院现行空间，一天10000人次参观都算很多，未来等新故宫计划整建好哦，我都不觉得一年应该要超过365万人次。院长，这是我摘录媒体上您的回答，你是否认同这样的答案？这有没有误解？没有误解，没有误解。所以你认为现在北院，我们谈北院人太多，你认为一天一万还很多啊？所以圣省的雄贼365万，差不多是这样嘛？好，那我们来看看哦。那最近几年，100年到106年，其实我们的人次是有在变化的嘛？那其实这几年北院之所以受到诟病，最大的不满意的因素，几乎超过一半都是因为人太多，所以认为参观品质不好。事实上，我去参观过这么多次，确实啊，真的是人山人海，人山人海到你要好好的安静的看一个展览，其实是没有办法的。这反映在你的问卷上，甚至反映在脸书上面，大家如果是对你故宫是3颗星评价以下的，其实主因也都还是人太多，这个你认同吧？这一部分当然认同。当时在规划奇美的时候，我们就针对包含空间、包含到整个参观的时间去定那个。好，那你可不可以在这里，在质询台上，你在备询台上再告诉我一次，告诉大家一次，你认为北院未来整建好一年最适合的参观人次大概是多少？以目前的一个空间啦，就是差不多8000。那未来我们当然的话，增加了差不多有1/2的一个展览空间。所以大约是多少？所以的话，1万到12000左右。1万到12000，这样算起来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那为什么你在这个中长期计划里面，其实你算起来的是你的 KPI 在113年列为 KPI 的是北院整建完成之后是要达到1年600万人次？院长，这个数字跟你现在的答复不太一样哦。就以
其他的一个公共空间，因为将来它还包含到我们艺文园区跟我们所谓的陈列馆，还有新增的公共空间，院长的话可以做更多的一些。我今天在这里用这个数据这么简单，第一个是指出你到底带领的故宫，你的定位，你要追求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当然，每一位委员在这里质询的时候，都用最简单的人次、参观人次来向你就教。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中心的思想，然后你没有办法有一个我的想法到底是多少是合适的这样的状况的话，其实你在不同的场域面对不同的人的答询的时候，很有可能答出来的答案是不一样的。那最后就是。人家说父子骑驴嘛，你这样到最后，你摆荡到最后，你要带领的方向到底是什么？然后参观人次真的这么重要吗？追求成为观光景点，我追求成为观光景点，就真的可以变成是最好的亮点吗？我不觉得。我认为最应该追求的其实是展览的品质到底是什么嘛？那所谓这个年代在所谓的讲品质，其实是我到底为什么要走进这个展馆去看这个展览啊？刚刚说灯节有一千，嘉义灯节有一千万人次，却只有150,000人走进故宫，因为如果是就你们现在这样子的这个展览来看的话，我现在在备询台上面，我是用北院来跟你讲哈。我为什么要去看宋代花千展呢？我为什么要去看明代永乐皇帝的瓷器展呢？我每天一天24小时这么忙碌的状况下，到底宋代花千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花一趟车程，花一个门票走进故宫里面去看宋代花千呢？这个关联性到底是什么呢？这才是我希望故宫能够从核心来思考，你到底想要跟台湾的当代社会、跟现在的人民民众发生什么样的关联嘛？举例而言，您现在在做的事情，刚刚洋洋洒洒写了非常的多，办的新的活动。好，那我想请问院长，今年的38妇女节，在国际上其实有非常大的。是造成非常大的轰动，因为什么？因为 Me Too 的运动嘛，所以各大博物馆其实都举办了相关的活动，在探讨女权、女性博物馆从业人员，过去她的展品当中有任何跟女性相关的展品当中，能够淬炼出任何相关的意义议题。我不是要求你一定要办活动，但如果大家都在办的时候，你完全置身于外。那你到底跟现在这个社会在发生的潮流有任何的关系？我不太懂哎，院长，我们不管是北院或南院，对于38妇女节、妇女这个议题，我们有任何的相关的展示吗？活动吗？应该是没有吧，或者他也不是作为主力推广嘛。这一部分我跟委员报告，确实的话。我们的话还是会回归到博物馆它的一些功能，虽然我们是希望说，外界的话对博物馆的一个认知或者我当然知道博物馆的功能嘛，它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有新的一些视角，但回过头来，我们在整个所以你还是要坚持，它还是包含到。那难道你这个北院故宫里面没有任何的女性的书画家？如果你一定要用书画来讲的话，我难道没有历代女性书画可以在这个时间点被推出吗？我没有李清照的词，我来分析一下李清照的状况吗？没有吗？任何没有。好，我们不要讨论这样子的个案。是有讨论，我在开始会去规划，包括我要表示的是，你在国际热门议题上面，在潮流上面你是缺席的。好，那我看你接下来你还做了些什么？你也做了相当多所谓年轻化的部分，这个我也同意，尽表支持。但是你看看我们的国宝西游记，然后这个故宫成青春的这个部分，你会让人家看到的是，对，我有推出年轻的行销方式，好，我把人带进来了，甚至是包括故宫精品上面那个小编这个泡面碗，对啊，带动了热潮，我就是被带动热潮，我走进去看的啊。可是我走到展馆之后，我就是看到一个玻璃柜，然后那个碗放在那里，上面就写了一个简介，然后呢，没有了，没有了之后，我不会再想去第二次。这个碗跟我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关联性。这个影片，我对于影片的制作其实是最最了解的人，所以我甚至不想说他其实花了700万。
然后只有多少的点阅率，这也不够，不尽公平。但他确实是拍出来的状况，他在脸书上面有比较多啦。好，在脸书上面有比较多啦，那个幕僚不用急啦，我都帮你查好了。现在的状况是，那有没有因为看了这支影片，我更想去故宫里面了解故宫的内容？委员这提示的很好了，就是说我也跟院里面的同事慢慢在沟通，就是说因为传统的一个包括研究的内容或方式跟呈现方式，那我其实你下一个自己跟当代哦社会或者大家关心的，你放下一个，我们放下一个好了，你自己也有提到这个乾隆皇帝的包装展嘛，是你刚刚也提到这是一个亮点，说哎，这就是按照现在社会正在讨论这一类的事物，大家对行销很有兴趣，所以我们来看看乾隆皇帝当年是怎么包装的，搞不好可以变成新的年轻人才，他们找到灵感嘛，日本很多都是这样做的嘛，大家会变成说我从古籍中找到灵感，然后创造出新的商品来，变成故宫引领热潮，这个确实是我期待故宫做的事情啊。院长，是老实讲，我对故宫的期待真的是很大，因为故宫确实是汇集了一批世界的资产在这里，因缘际会之下，我们在台湾拥有这批资产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以为，我真心真意的以为，其实我们应该要做的是如何活化过去的资产和现代民众的现代产生连结，然后创造共同的未来啊。那如果你有一批宝物，然后你的策展内容永远不变，坦白讲，我今天要跟你谈的就是策展的内容嘛。他如果策展的内容没有办法吸引住当代民众的意识，他就永远只是一个在偏远地方的城堡，他跟我们一点关联性都没有。那你谈再多的参观人次，他永远是少的。那就算他被你带进来了观光客，他也不会成为回头客。是，我很认同委员的这样的。你每次都说很认同，但问题到底在哪里呢？目前包含到就是说整体的哈，包含像上一次委员也提到说，这些的话，包括我们全市的资料，那个包括那个说明牌，大家的话很难去参与或者欣赏。那我们的话是啊，现在还是这样啊。目前的话，包括网络上，我们开始针对这些开放图像，有一个叫社会的一个参与的叫参与那个标签，不是做表面的这些作业、啊。不会，我们的话一定会。其实真正的问题。在这里已经没有时间了，但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组织架构现在就是器物组、书画组等等各分的部分嘛，所以我们甚至要统合成一个展览都有它的难度在嘛，所以故宫有从它过去制度的问题一直到现在行销，它没有办法，比如说灯节好了，灯节现在它就是可以做出科技灯区等等，带动新的人来，它的人次当然高啊，它有用新的技术、新的想法，然后把过去的老东西变成新展品。那故宫呢？故宫的比重，就算你有做到了，它的比例到底有多少？这是我今天真的很想让故宫借着我的质询，让大家看到问题，可以走快一点嘛。是，我希望这个会期还有更多的机会，不要让故宫变成是一个小单位哈。然后就一个会期只能咨询一两次。科技跟相关的一个应用，也在跟那个科技部那边提那个预算了。希望说整体的话，包括展示的内容、展示的，包括手法方面都能突破、能创新，然后能跟当代能结合相关的议题哈，能结合。让他的话跟我们的话更民众更多连接，吸引民众去故宫。院长，我想结论就是搞对方向比任何的技术都重要。谢谢院长。是是。好，谢谢苏委员。好，接下来是柯志恩委员质询。好，谢谢招委，我们是不是请院长？好，院长请。委员早。
院长早啊， 我听了老半天，我觉得就执政党的委员来说，我觉得苏巧慧委员应该是对故宫最好了。当前面几个委员不断在对你的个人次啊、人数啊，不断在有一些不同的一个质疑的时候，就他就对故宫的内涵、内容、定位来跟你就教。如果故宫可以不管经济的压力的话，纯粹就是从这个展览的这个内容来做一个讨论的话，我想你会轻松非常的多嘛，对不对？但是怎么办呢？故宫的南院就是一个指标嘛，因为过去很多人就为了要这个所谓的城乡差距，当很多人提出有关于经济效益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告诉你，我要这个故宫的南院，它到嘉义时候势必可以带动很多观光的一个热潮，所以呢，你还是必须要跟经济的效益挂在一起，否则未来还有很多类似的状况会发生。所以你的经营的好坏是决定在未来很多要在偏远地区架设，不管是交通建设或者是相关的文化建设，故宫南院会是一个指标。所以我今天还是就南院的问题来就教于这个院长，你可以走了。好，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媒体人野岛刚还也曾经提到啊，如果南院呢没有办法超过100万人的话，那他可能未来的这个病化会越来越严重。那院长，你觉得南院真的生病了吗？那你的处方到底是如何？南院哦，当然很多因素了，包括它的一个区位问题，包含到我们讲的展览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来这个民众的关联性的问题，展览的方式问题。好，很多包括期间的一些公共服务方面。好了，那院长，那个上次我质询的时候，曾经提到了，就是说你过去最惨的季度是一天不到300个访客，那到今年来说的话，是不是状况改善了？那现在目前惨的状况是最惨的是多少人？1000多人，1100多人。那1000多跟300比起来，也算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了。虽然呢，跟整个南院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来说的话呢，它还是四闲空旷了一点。所以你今年预估说南院希望能够达到120万人次，那院长你觉得有信心吗？依照我们现有的展览，当然的话，包含到我们现在开始在展览的一个内容的一些创新，包含到展览的一个呈现方式也会去改变更可行性。所以你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嘛？那这些的话，但是的话还是没办法。依照目前评估，差不多78万到80万。对啊，所以说你，但是我们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会推百万学子进故宫南院，也是这样，希望能把它。所以你认为你本来是预估120，但是可能实际依照目前为止，因为现在已经3月了嘛，而且春假的状况当中，所以你预估目前应该是70-80万人。好，那我还是提到经济效益，为什么只有一半的游客？就你给我们的报告当中，带着5成、6成的游客是需要付费的，那另外40%左右是不用付费的，这原因到底在哪里？依照我们目前的一个门票了啊，就是说包括老年人免费，然后学生的话免费，所以的话以像南部区域的博物馆这一种年纪大乐龄者，所以你说4成左右、4-5成左右都是来自于老人跟学生，还有包括嘉义市民。不过我要提醒一下，嘉义县市的民大概只有1年带走15000人哦，并没有太多。跟你看，跟你这样比较起来，一半来说40几万人差距是很大的，所以财政部没意见嘛，哈。他是你就告诉他，你就告诉他，你是为了文化宣导，钱不是。其实的话，最主要博物馆它还是在艺术价值。对了对了，你只要拿艺术价值这四个字，就是尚方宝剑的啦。你只要想说你要跟我谈论钱，那就是太铜臭味。院长，你就用这个方法来回应了。但是这还是不足以，我还是要对于故宫很多的预算跟经费，还是要提出很严格的一个监督。我们先来看一下。院长，国保馆斥资37.1亿嘛，对不对？是。然后呢，院长去看的也非常的满意，我也乐观其成。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几个比较矛盾点。你知道你这个每一年要展示的国宝到底有几件？你这个国保馆最重要的是，它是叫国宝修复馆，对不对？全名是这样子，修复展示馆嘛。是。那你先告诉我一下，
平均故宫每一件的修复的时间，文物的修复时间大概多久？那不一定哦，有一些书画的话，半年的时间，像那个舆图啦，我们看的那个舆图，所以不一定嘛，有半年嘛，对不对？是有半年，然后有两三个月嘛，搞不好有些十年嘛，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们现在看一个数据啊，你知道呢，北院的修复能力是不得了的，是非常优秀的。你看它103年到106年，大概是1800多件到106件。但是呢，你把这个修复馆是建在南院哦，但是南院修复的数量啊，你看都是有个位数哦，到了105年是50，然后到是44哦，所以你每年就有非常多的文物是要从北院把它搬到南院去哦，虽然北院是有办法来修复，但是你成立了一个国宝，就是国宝修复馆，那你的基金又不够，你上次就讲说你的基金又不够买那么多好的文物，所以势必你要让这个东西让更多人看到，是否是会从北边送到南边来去做修复，你有这个打算吗？在这边跟我们报告了，首先的话，目前的一个修复能力了，好，它其实的话就是，只能应付到我们展览品的一个整理，要出去展的时候整理，或者说有一些没有了抽查比较急迫要维护的修理，不然你这个国宝馆这么大，你总要有文物来展示给大家看怎么样去修复，所以你势必还是要从北运到南才有办法嘛，搞不好从北运到南来修嘛，是不是会有这个打算？有这样打算，因为就我，但是的话就是说，因为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功能啦，就包含我们目前像故宫69万多的一个文物，我一直说有很多文物的话，它其实在修的话，在上百年也都修不完。我了解，但是院长，我只要提醒你一件事情，你南院做一个这么大的修复馆，结果你最需要修复的是在北院，两个差距的数量这么多，然后你再来看看，你从北院运到南院，光是运费，光是保险，你一年，你看嘛，目前从北院送到南院的文物，展出的文物不是修复文物，展出的文物就是2750件哦，你总共要花费2000多万哦，常常你看。南院开幕的时候呢，你看那是总统规格，哎，前有警察，哎，后有什么押阵的，那是大规格。我们家警察真的是还要送国宝，还要雇墓园，我们警察很忙，哎，所以你每天为了你一个南院的这个国宝的修复馆，你看我还没有讲说你现在还没有开始执行，因为还没有做这个事情，你光是每天从北到南运送这些，你就要花费。一年就要花2000多万，所以我只是问，南院成立一个国宝修复馆，有它实际的经济效益在吗？就我们所提出的数据。好，我们的话就以展览的部分了，我们修好典藏修复及展览，另外一个主题展，那当然的话，透过它的特展空间，假如弄得好，当然它本身我们是希望说从100万的一个参观人次增加到200万。院长，我现在不再讲人次，我现在在跟你讲，你们现在为了要冲高这个人次哈，连一个很务实的部分，你真的要彻底去考量。以刚刚我所讲的这个部分，我就是一个大家所质疑的嘛。报告的话就是说，原来的我们的话就是在北部的这一些修复中心，它并不会坏掉，而是说。目前以我们的像典藏文物有一些主题性的，它印到南院，但是的话，我们现有就是说一年当中，因为包括展场的一个配展的需要，所以一年的话会有四季的一个了解，但是我只是因为你叫一个修复馆，然后你又没有钱，你就一个修复展示馆，你又没有钱去买，你上次讲说你的基金不足以买好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进来，所以你最好的方法又有东西来展示，最好的方法就从北到南嘛，所以这个就是为了要救南院，想出所有的一个方法。好，我们再讲到南院的安全问题。2月17号大家就知道嘛，灯会的时候曾经火烧南院的外的杂草嘛，有这件事吗，院长？有，是。你知不？我知道。你哎，还迄阵你的人是伫对？我迄时阵伫台北。伫台北啊？什么时候你得到通报的？8点多吧，八点多。那你做了什么指示？因为。当时接到了讯息，对啊，你做了什么指示？他是在我们园区的外面。我知道，你们故宫都已经备战了，怕到时候发生什么状况。是，那你多久去勘察？因为副院长在那边，副院长在吗？副院长跟
几个主管那一天都有在吗？都有去勘察吗？来，我们看，我时间的关系，来看下面一个。可是你给我所调出的部分呢、啊？你的副院长才是，你的院长才是，都没有。到目前为止的成绩最高的部分里面，你们都没有加注任何的章，也没有做出最后的后续的一个处理。对于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二月时期，虽然只是抄到野草的部分，但是你们却这个部分里面并没有盖章，包括院长跟副院长都没有。所以你现在告诉我，什么时候来做完整的一个处理？好，我先问我们那个李副院。好，火灾当天是初二。好，没有关系，我只告诉你，你完全没有这个章，请你要非常的注意这些事情。就是这个流程里面，他并没有都送到副院长这边来。啊，可是，所以你刚刚讲的这整个记录表里头，他的流程只到了那个这么重要的事情，没有到副院长，没有到院长。可是你们的安全的 SOP 怎么做的？对啊，可是那个当天的整个通报的流程，在八点应该八点十九分，我们就已经得到讯息，然后我也同步。跟院长回复，我还是强调，你这个部分里面，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你不要说它只是外围，这个部分呢，你在主管的批示当中，我还是强调，如果你很重视这件事情的话，它势必要有所裁示，这才是一个最负责的一个方式。是的，好，接下来请副院长也不要离开。接下来我还是要提到，光是在管理的层次里面，有关故宫的出国的计划，哎，院长啊。阿内吉在一类，你变动的十项，而且变动有些小变动也就算了，有些的变动真的我觉得还蛮离谱的。我们来随便看一下，说要去日本东京，原定人数两个，结果呢要去日本东京，你最后跑去哪里？跑去美国，然后呢两个计划呢拆成三个，日本呢改成美国，好了。然后呢，你本来说要去法国巴黎去讨论有关柬埔寨的艺术展，原定三个人，结果呢，你把它变到去美国华盛顿、你丹佛跟纽约，人数呢从三个变两个，哎，三个变两个，不管地点变了，人数变了，你预算金额又增加二十万，我都不知道你二十万到哪里，还有没有？还有其他几个也还是一样，你告诉我你要去美国纽约，原来变三个，然后呢你又把它改成原来的计划哦，要不要改成哎美国跟泰国跟日本，阿林喜安诺一下说告诉我去巴黎，然后就跑到美国，然后呢要去美国了，你又把它改到泰国跟日本，然后呢人数呢原来三个又变成两个，而人数变少了，经费却变多了，而且我发现只要有副院长跟院长一出席的话，人数马上一定增加十万到二十万，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二十一项当中你就变了十个，一半呢？你们故宫是在干嘛？这一部分的话，然后全世界都随便你跑了。跟委员报告了，因为其实的话有很多在国际的一个接洽，因为我们编这个出国计划都是在前一年的五月以前要。但是我告诉你啦，你二十一项就一半就开始变动，人数变动，金额变动，这查询追啦一半呢、欸？那全中央政府机关谁给你变一半的？这当中哦，其实的话有很多不是我们自己能掌控的，像我们本来那我像跟那个。法国那个集美，那个集美博物馆，那个柬埔寨，或者那个旧金山，我时间到了啦。他们因为要搭配他们休馆时间，有时候他就同意说我们去看，然后就后来就是他休馆的时间，所以你就换到美国去了，所以不是因为的话整体。当然的话院长，我只是告诉你，你们故宫对于前度预算的掌握度实在是差太多，一半都变动，人数变动，金额变动，地点都变动。我只说，如果说这个没有改变的话，我告诉你，今年的预算我一定好好审查，请院长注意这件事情。一半还差形容词了。其实的话，我到了故宫的时候，也是觉得是怎么会变那么多？哦，对呀、啊，所以的话，我也一直在检讨啊。但是的话，确实的话，有很多不是我自己你都说变很多。掌控了，院长好好监督了。因为它是国际性的一个活动哦，它有很多的因素，包括航班因素，它管的一个因素。那这一些的话，我们会来留意，尽可能不去变更。我只是提出来，我们都关注到这个问题了，好不好？谢谢。好，谢谢柯志恩委员。好，下一位有请洪慈庸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们有请院长。好，院长请。黄委员好。哎，院长好哦。刚刚大家讨论了非常多南院的问题，然后我们先问一下别的好了哈。哎，
院长，最近呢，大家讨论非常多的这个中国对台的这个31项措施，然后会台，他们说是会台了，但是我们院长说应该是会台，哎，对台，然后这个当然是统战的一个手段。好，这个不能讳言了哦。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政府如何去因应。好，那像故宫，其实你们的这个历史背景哦，其实是中国文化统战的重要对象。好，那在这31项的政策里面哦，有一些直接或是间接相关的一些文化交流或是文创也好。好，那我要先来问的院长的是说，你有说过从2015年的大选过后，其实北京的故宫就已经拒绝再出借这些文物给我们台湾了，所以两岸故宫或是重要的一些博物馆的这个借展已经都暂停了，那只剩下一些这个研究的一些交流活动。那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子吗？是，还是这样子吗？我们的话也像今年办博物馆长论坛，他们的话一听到国立台湾国立历史国立故宫博物院或者有国立，他们就不会来参加。好，所以现在是双方的这些文化的交流是已经几乎没有了哈。那我要问到是说，先前故宫的这个智慧财产权受到中国方面的一个侵害的问题是不是都已经解决了？这一部分我们的话是曾经去函，请他们的话要依照制裁权，然后赔偿我们相关的费用。但是的话，他们认定上针对像北京，他们针对我们的一个画谱的一个就是复印翻印，他们不觉得说有侵权，但是我们还是提出了告诉了，但目前依照。包括他们出版制裁局，他们的话是不受理。那我们是以那个东城区的那个法院，那法院也不受理，上等法院也不受理。所以我们还是努力透过我们包括陆委会跟法务部协助，希望说透过两岸协商，针对这一部分，他们应该还是要有所表示。好，那有表示了吗？目前还是没有嘛、因为之前你们检讨报告里面也有说到了，因为两岸对这样的制裁权的一个认识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故宫的这些智慧财产权对于就是在中国这边是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了那其实事实上过去我们两岸也曾经共同去签署这个共同打击犯罪啦、司法互助协议啦、制裁权的一个保护合作协议啦那这些东西就是都没有用，都不 work 嘛。现有包含陆委会他们也觉得并不是很乐观，因为在整体中国的一个制裁权的保护，那世界各国的话也是觉得很头痛的问题。好，所以我们现在白话说起来，就是说我们故宫的智慧财产权，其实在中国方面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保护的嘛，是，应该可以这么说。目前的话是很困难。对，是很困难那如果说这样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如果我们刚刚讲的会这个对台的31项政策，这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交流，直接或间接的这一些东西，我们的文化交流、我们的文创等等的，那未来在台湾的权益的保护上面，还是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嘛？对不对？还是会碰到同样的。好，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去保障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严正的去看待了既然今天对岸已经提出了这31项措施那未来我们可能会在这上面又遇到相同的问题我觉得。院长可能也要好好思考这一块，我们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样去保护我们自己了那接下来我来问一下我们故宫的一个营运状况我想每个委员都要问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在北院的部分马政府的时代这个我们的故宫是这个中客来到台湾一定要去朝圣的一个圣地，所以过去在103年的时候也达到这个高峰一年有540万人次来到了这边。那106年呢？下滑了100万人次，然后只剩下443万的一个人次了那我想要问一下院长你们对于游客的这个来源的比例外国游客占了多少？然后我们本国的游客占了多少？那中客占了多少？这个你们有统计过吗？有统计。来，那院长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以刚才委员提到，比如说1003年、1004年那一段期间500多万，那其实的话几乎占陆客占大部分，那国人跟外国客人差不多2:8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比如说500万，那差不多100多万是国人，400多万的话是外国人，那在在1003、1004年，陆客的话占的一个比例哈，就是外国的一个比例，差不多占60%，也就是说400万当中的话，是有60%的话是属于对，是属于那个。那目前的一个状况哦，陆客的话一方面下跌，但占的一个故宫的外国的一个比例是28%，就去年的话是28%，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一段期间。他从60%到28%，应该400万当中应该的话是200多万要降100多万，但是的话其他区域的话有补回来，包括东北亚的韩国跟日本，还有东南亚那都有成长，所以目前的话反而的话，它整个外国观光客的一个结构更健全。但就以陆客的一个来参访来到台湾，较以观光性质的话，也差不多有50%到55%还是会去参观故宫，会来参观故宫。好，来，院长说的蛮清楚的哦，所以其实调的部分当然就是中客啦哦。是。那我要问一下哦，今年的前2个月哦，1月跟2月份的这个故宫的参观的一个人次哦，大概是83万人次哦。那虽然比不上1004年超过100万的人次，那但是也比1006年的这个同期哦65万人次。增加不少。那请问一下院长，这是增加大致上是增加哪边的游客？从去年差不多我们10月办了一些展览以后，其实10月到今年1、2月哈，还是陆客是有增加。当然的话，其他区域还是陆续成长，但陆客的话是增加比较多。所以这多的这大概20万人次，也大概都是陆客，是陆客居多。好，来，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哦，之前哦媒体有问过院长啦哦，是这个你认为说就是一年呐、来到台湾哦参观的这个游客哦，或是本地的游客哦，就是360万人次，你都觉得差不多了，好，就是1天1万的一个人次，你就觉得说这样已经都算多了哦。那中客他来，他其实他所要去传播这个文化的一个价值并不是太大哦。这之前您对媒体的一个发表大概是这样了哦。那你觉得说未来新故宫的一个计划好完成，你也觉得不应该哦多太多的人哦，这个是您的一个说法了哦。那您觉得说这参访的游客的比例哦，到底怎么样分布是你们觉得最合适的哦？那你们要用什么方式来达成这样的目标？就以那个参访的一个人数哈，目前的话就是说，因为故宫它从早上8:30开放到6:30，周末的话它是从到晚上的9点，所以时间的话蛮长。但是一般的那个游客，他都会集中到有尖峰期，早上10点、12点、2点到4点。那其实的话，包括怎么去分流扩大，参与。另外的话，就是说那个空间上，我们新故宫也会包括公共设施跟展场都会增加。那所以在规划当时的一个人数的时候，是有去考虑到分流跟相关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增长，然后去规划。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是有这样一个规划。那至于说来的一个就是说那个外国的观光客参与部分，我们的话目前会去着重增加东南亚跟南向的这些国家为主哦，希望说因为目前日本跟韩国还有港澳地区，他们来到台湾都差不多有达到国际观光客参观博物馆的一个这样水平，但是的话东南亚或者说南亚地区，他们一般的话只有50%，也就是说只有1/2的一个水平，所以的话，这一个东南亚部分是可以增加。我
再补充就是说，目前像日本跟韩国或者港澳这一些，他们来到台湾观光，都会超过30%的民众会来参观故宫。但是以南向的这一些，像东南亚，他们都只有15-16%左右。所以这一部分我们是可以来着力的。好，来，是来院长，你说哈，这是国际观光客的部分哦，要着力。是那。那你到底要怎么着力嘛？你要怎么样吸引国际的观光客嘛？因为你们的这个新故宫计划，你们的这个计划是希望说每年可以达到800万人次，哎，南北两院对，那800万人次，你以现在的南院的一个状况哦，如果一年不到100万人次，你表示你的北院一年要有700万人次，哎，离你的一个你之前对媒体说的360万的人次，其实差距蛮大的。那你到底要怎么做？那你说你要吸引东南亚，那你的政策跟你的一些手段做法到底是什么？你不能说你要着力，可是你没有一个想法，你要怎么样扩大他们来的这个意愿？这到底要怎么做？我们的话，其实在整个新故宫计划有很完善的一个规划了，包括我们从景观的优化或展览的创新，包括到活动的整合跟博物馆群的一些活动整合，或者交通串联，包含到国际行销，它是整体的一个配套的一个计划。那南院的话，它当然会有南院的一个属性跟包含参观民众的一个特性，所以的话他也会针对不同的南北两院的特性来规划。是 我想你说的这个计划，我希望会后可以请同仁跟我们讲清楚，所以你这个伟大的计划到底要怎么做，去跟委员报告，因为时间已经快要结束了。那我再来就是回到说刚刚讲的在南院的问题，其实很多委员都已经提出来了，像现在人次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幅度真的是超乎大家想象的。好，那当然我也问过一些我一些有在做博物馆研究的这个朋友啦，那他说因为他人在日本，他说其实日本对于南院的这个认识其实是蛮高的，好，但是他们都觉得很可惜，他们很可惜，他们说其实很多人来其实都没有进到南院就直接上阿里山了。所以这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你们的展品没有魅力，所以大家不愿意进去？那因为你们展品没有魅力，你们的这个博物馆的定位也不清楚，所以造成这些大家游客过门而不入的这个问题。好，所以这个我觉得院长哦，刚刚已经很多委员在提醒了，然后到底怎么样把你们这个博物馆的定位把它定得清楚，然后让你们的这个展品是有魅力的，让大家愿意花这个门票，然后投入这个时间去参观，我觉得这是相对是重要的事情。然后我想周边的开发它只是一个配套，它绝对不是让游客决定他要不要去的主要关键因素啦。所以不要把所有的精神投入在周边盖饭店，然后其他的一些设施，这个我想应该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是你们博物馆的定位到底是什么。这个我希望说院长回去要好好的把这个问题厘清啦。是因为我们的话其实的话有很多的讨论啦，包括到整体的一个评估，那就是说后续的一个推动方面也希望说各界的话来支持，所以会找时间去跟委员报告。其实它有很多的因素，那也希望说将来那个南院的话，在地方能带动地方，包括经济方面的繁荣，包括艺文教育方面的扎根工作，我们还是很重视。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洪委员。下一位咨询委员是蔡培慧委员。谢谢主席，那要麻烦院长。院长，委员早。对，是院长早。我相信在故宫在您过去的破画之下呢，确实有展现了一些创意，比如说这次的台湾灯会，故宫南院就用《清明上河图》的投影。那我觉得这个投影对我们台湾科技业来讲，坦白讲不是什么新鲜的技术。可是如果你能够结合你的馆藏，然后呢去感受到这个来这里可以感受到这种节庆的氛围，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议。那这件事情呢，当然不是只有清明上河图啊，好比说你的南苑所在地在嘉义，你的阿里山，甚至于紫斑蝶，当然自然生态离故宫稍微远一点，可是在嘉义甚至于云林地区，妈祖文化的核心就在那里啊，不管是北港朝天宫或者是新港奉天宫，而且架构在朝天宫跟奉天宫之上的祭祀文化，大骂、二骂、三骂、五骂、六骂，然后他不同的这个班头、班队顶头，这些不就是你刚刚希望去做的跟地方文化的结合吗？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点忽略了。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我感受到，就是你们在故宫南苑，即使你想要亲近地方，可是这个动作还是以南苑的这个馆藏为思考，忽略了地方文化肌理的 touch。 比如说我就以这个日本这个青森睡魔祭好了，他们已经被登记为重要无形文化资产，那这里头的神话歌舞跟祭祀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他们也跟现在的一些企业结合一样，坦白讲用我们的观点来讲，就是某种程度的祭祀跟灯会的展现啦。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故宫南苑不是远在台北的故宫，也不是精英凝缩的故宫。既然南苑要结合的在地，恐怕也不是只有嘉义，包含东南亚文化，这些事情就是你们要去花心思去构思的。你们做了哪些事？可不可以麻烦你比较具体的来，回应反应？是谢谢委员提醒啊，就是说，在南苑当然开始营运这一两年来，它本身对营运方面哦，就整体的一个博物馆正常营运的工作，那这个的话是一个很基础性的，所以的话，大部分的一个力气，包括预算资源，都投入在这个馆的一个营运。对地方方面，我们也确实就是说，它的连接太少，所以包含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我们也希望说，那能不能透过一些计划资源的话，来跟地方产生更多的一些连接，所以包含到像我们茶文化或者在地的周族的一些文化，或者包括有一些原住民的一些这一些相关的展览，都陆续在规划。但是的话，这个连接当然是不够，它的话，尤其在地化这一部分我们是很重视的。后续方面我是还是会回归到整体博物馆的它的一个功能，然后强化在地连接。我提这个的话，就包含刚才委员提到从策展的一个内容，或者说它展品将来的一个典藏征集，包含到教育推广跟这一些相关活动能做更紧密的连接，这个的话才是地方他们的一个期待。对，我在您的业务报告里头有提到你提茶文化啦，这是在去年质询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就是说你的茶文化的中华文化的这个中国文化的茶系统，以及呢日本系统，这个都做了，但是台湾文化的只有标题没有内容，所以你们现在愿意去涵瓜内容，去深厚这样子的典藏，深厚这样的展出，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但是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呢，故宫如果能够吸引更多人来，他必须要把这个展品呢跟非常多的这个非常多的创意来连结。那这个创意不见得只是，我知道你们的小编的创意无限啊，但是不是只有这个小编的体系。比如说我特意的把台北大南就是迪化街的这个阿嬷的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它其实是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他们供给透天处的这样的规模而已，可他那里有展出，然后他希望呢很多人到大道城去走动的人呢可以进来喝杯咖啡，然后就可以理解了这个女性的这个过去的历史。坦白讲细节我不太愿意详述，因为我觉得是有一点悲伤的。可是我要说的就是说呢，故宫南苑不只是馆藏的这个欠缺，他去跟民众亲近的创意也需要再加强。比如说你们的小编我觉得是创意无限，比如说他们针对这样子的一些这个
这叫粘贴布吗？或者是什么？总而言之呢，他会用他的语汇跟青年的朋友做沟通，透过脸书作为媒介。那当然，临近于你们的台南的奇美博物馆，他们就在博物馆里面教大家做瑜伽。这件事情很好啊，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也有把荷兰的经验、英国的经验跟大家讲，就是说博物馆开放不是只是在大家轮着一直走，看一张照片、另外一个图片、另外一个展工艺而已，它应该要有一些创意。那当然，比如说英国的这个博物馆，它就是在这里让大家可以在那边过一夜，哈，这些事情呢，你们需要有一组人来做这件事啦，因为我认为故宫的过去的馆藏跟故宫的研究是非常强的，但是故宫跟民众的连结是需要加强的。是，谢谢委员提醒了这一部分，我也注意到，所以在连结上，我们当然的话就在地，它有它的不同的那个文化内涵，包括有一些像文化工厂或相关的历史古迹，或有一些文化园区，甚至有一些社区都很有特色，那包含到传统工艺，那怎么样去连接？我去了以后，就前年其实到那边刚就任就去跟在地的文化工作者有很多讨论的。那讨论的话，我们一直说应该去串联连结，然后呈现不同的文化。啊、所以的话，甚至于那个制香、啊，对制香啊，包括陶瓷或、啊、或者说包括石雕类也都很有特色。那这一部分我也觉得说，只要一直我是当时是有提到跟大学。的话，或者一些学校能合作来一起来对，但看来的话还是要比较直接介入，效果才会好。所以在整个未来我们的一个组织的一个检讨过以后，会去增加，包括比较像在地文化连结的行销有一个科出来。那另外的话也会去增加针对典藏跟征集文物征集的一个科，那这一部分会去强化。是，看来我们想的方向是一致的啦。比如说这个是你们现在正在展的，好，那不是正现在在展，就是你们的南院有典藏的。那这个卡塔短剑，它是印度的这个历史文化的遗迹。那台湾呢，其实在工艺上面也有非常多的传统，比如说这个是还在做的哦，这个是四零刀，好，那还仍然有在做。那当然，我相信台湾历史上的工艺并不是只是个别的刀具，比如说东式的鲁班工的祭祀，它的木艺文化。那这些木艺文化的每一个班工的这个精致的器具，我相信绝对不是只是我们看到的单一的。它应该你们在收藏的时候就可以去追寻职人之气，就是这个职人文化、达人文化，去找到最精致的。因为故宫的收集，我觉得或许也要慢慢的从精英典藏成为这个庶民的长明的文化特展呐、啊。我特别来讲这个，是因为我这几天因为要质询，看了您的业务报告之后，我前面讲的创意或者是地方连结，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可以扣连南院系统的，就是唐的文化，因为你本来就是唐厂改建的啊。这个是唐布，唐布这件事情是在清朝制唐的。你们看到的这个牛要有三头牛，然后就转着石磨把那个甘蔗汁给压榨出来。这些事情可以典藏啊。我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就会说很难，因为它的石臼在哪里不知道，但是呢，它的工艺的延续难道只有台湾注意吗？不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我想应该是葡萄牙或西班牙啦，他们也有这样的馆藏啊。换句话说，台湾的唐布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历史进程，清朝就开始了唐布，那日本时代当然就引进了现代化，而且唐厂荣获现在制者比较少，但是台湾还在运作啊。所以我必须要讲，故宫南院应该做跨域交流，在地连结之外的跨域交流，且不管是跟中国，且不管是跟东南亚文化，都可以由唐来做串接。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台湾在日本时代引进的是爪哇的糖，就是这个品种的研发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真的是很诚挚的希望你们需要有一组人
来做这样的研究，然后呢，好好的把有一个主轴。假设我现在茶文化要做，可能明年之后我要来规划唐布文化。我诚挚的觉得这件事情呢，可以从这个馆藏，然后展出到跟一般的民众的连结，可以透过唐来扩展了。所以这件事情，我想你需要花时间去琢磨。是啊，谢谢委员的一个提示哈。那这一部分我们会来纳入思考，因为整体的一个连结哈，包括假如说以台湾为主体去思考一些亚洲文化，这个倒是蛮好切入的一些对，而且唐台湾是一个枢纽，它可以透过台湾去扭转，而且坦白讲，在清朝跟日治时期，唐的出口也是奠定台湾经济发展，甚至于到民国了，民国55年以前。农业的生产的资本是大于工业的，都是靠糖的出口。好， 我听到你要规划，我觉得很好，可是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呢，去年质询的时候，我一再再一次的提到说，故宫的南院它旁边就是非常多的台糖，所以可以做可食地景。那你们故宫南院的人呢，也来找我报告，可刚好那一天我人在南部，但是他们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说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发包了，是种树，然后是植草皮，没有经费做可食地景，这是什么逻辑呀？可食地景未必是要耗费你很多经费，可食地景大可以去跟邻近的村里的人，请他们来种景观作物也好，请他们来种菜也好，请他们来种莴苣也好，做这个这个香草植物也好，这件事情你们没有念之在之去想这件事情，所以你们的答案就是说，哦，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发包了，要种树，要铺草皮。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我把我刚刚讲的这些种莴苣啊，或者是把台北的经验啊，都告诉他们了。他们说好，我们回去再讨论。直到今天没有任何消息，直到今天没有任何消息。这是你的，我会回去执行吗？我想我不清楚是谁跟委员做这样一个报告了。就是你们南院的。其实的话，我那个在北部这边还是一直盯啊，说这个当然冬天的话是那边风很大哈，那要种植不容易，但春天一定要开始种啊。那所以呢？所以的话，所以今年的话四五月就会，包括我们在上面是有以亚洲长闽的那个香草为主。当时的话是说以可食性的香草，像包含香茅啊这一些香草太多了啦，对，很多薄荷也非常容易长了、啊，特别是薄荷，台湾现在的即使是红梨，它是一个旱作都可以长得出来的、啊。我现在规划很像薄荷的这个三粉圆、欸、都可以长得出来的。在园区，我只是拜托你们要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事来做，而不是要来告诉我说我已经发包了，没钱做了。很重视，要即使的话，现在已经规划出，就是说希望说跟在地居民比较能衔接的点，所以会比较偏向南侧的那个在哪一个点不是重点？ 是你们没有执行进度才是重点。是我们的话，我会盯着这三个月以内要把它做完成。好，那麻烦您具体的给我报告。是，谢谢谢谢。好，接下来请吴思雅委员。好，谢谢主席，有请院长。好，请院长。委员好。院长，大家辛苦哦。不会。新时代新挑战，我就直接破题。我们放眼全球，故宫要迎向更严峻的国际竞争，各国都在做博物馆外交。那就看看我们隔壁的邻居，记得拍醋兵。最近的31项会台政策，又让我们的文化推展也碰到了相当大的一个敌手，故宫到底怎么应战？很多委员都关心，北院的游客来参访的向下掉，南院更是，无论你使出什么样的洪荒之力，似乎都成效有限。所以我今天想要来好好来搅动一下大家的思考。当然，我们精进故宫，我们精进策展，吸引更多的国内外的人再来到故宫，
不管是再回锅或者是第一次来，这是我们真的要做的事。毕竟故宫承载的是一个文化深化的非常重要的使命。但我说今天我们来搅一搅头脑，我们来翻转一下，与其把人带进来，我希望我们可以更积极的把人带出去。而这个人是什么？就是故宫，以人为核心，以我们文化为核心的，把故宫的国宝、故宫的文化带出去。好，我们看下一页。这几天，国际非常知名的博物馆界的、文化界的大新闻有几个，都跟法国罗浮宫有关。第一个就是蒙娜丽莎。这个从1974年以后就没有再出展，不该出损啦。这样的罗浮宫的一个镇馆之宝，不再宅在家，不再宅在罗浮宫里，打算蒙娜丽莎要出国拼博物馆外交了。蒙娜丽莎这个新闻您知道吗？有听说，有听说。嘿，我现在跟你说，1962年他到了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跟纽约的大都会，创下200万人朝圣，到目前为止还是美国博物馆界最高的纪录。1974年为了纪念罗浮宫创馆20周年，这个镇馆之宝再次出巡，他到了东京国立艺术博物馆，也前进了俄罗斯，都创下非常耀眼的博物馆外交的记录。而今年新的法国的文化部部长这个 Francis Nissen 说，为了要让文化让全世界共享，打破文化的国界跟藩篱，蒙娜丽莎要带头来做这件事情，再次要出国去展览。虽然这么重要的文化瑰宝出国，它的旅运、它的相关的安全规格要花很多的力气，但是它值得。这也代表一个国家对于它自己重要的博物馆的一个雄心壮志。我们把我们的文化带出去，让文化全球的人可以共享。所以我要说下一页，我们的国宝出巡过啊，对不对？翠玉白菜出巡过啊。肉形石出巡过啊，那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勇敢的让国宝代表故宫出巡？目前有没有？那我先问了，东京奥运我一直关切，冬奥我们故宫跟日方的合作现在进展如何？目前冬奥部分是有规划几个点，但是因为冬奥当然在东京，所以我们目前是以东京为主。那当在那我们有什么样的珍贵的展件前进日本，搭着东京列车去看奥运的这样的国际观光客，让我们的文化借着这个便车，这我讲了一年多了吧，从你上任到现在，国宝可不可能再出巡？那蒙娜丽莎都不再宅了，40年后要再次起驾。现在的话，跟委员报告，我们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规划的过程当中，还是会跟在地的这些博物馆或策展人一起讨论，那就是勇敢谈嘛。然后一方面，我们希望达到我们的一个行销或者这样一个文化的传播效果。另外，他们的话是希望跟在地也会有连接。上一次的翠玉白菜到日本去多轰动，您当知道吗？我知道哈，是。两个礼拜，我认为你还是很保守，过去就有做，现在不是第一次。我觉得公务机关最怕第一次过去没现在被走，很怕，已经有成功的经验，蒙娜丽莎都要再次40年后不再宅，我们的翠玉白菜跟肉形石世界知名，代表台湾，代表我们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可以更勇敢。我再一次提醒，好，下一页。第二个跟罗浮宫相关的世界知名的文化新闻，就是罗浮宫的海外分馆阿布达比开馆了。您总该知道吧？知道，有。去年11月，我本来今年过年要去，无奈临时会一直开，去不成。2007年签约，2017年开幕，筹备10年，投入10亿欧元，花10年建造。
300多个典藏是由法国征建13个博物馆一起来支援。现在法国人都在说，当然这是之前勇敢启动这个计划的法国前文化部部长他说的，他相信阿布达比的罗浮宫新的海外分馆会比巴黎的罗浮宫更广为人知。这样一个分馆的计划，他光一个冠名权就可以收4亿欧元的冠名费用。当然台湾您领导的故宫现在为了处理南院就已经焦头烂额，就已经是哩哩啦啦了啦。我当然知道要去奢望，要去想象台湾的国立故宫博物院能不能够去海外分馆来拓管，现在做不到。但是我要搅动你的思维，翻转你的思维，就是罗浮宫都已经是法国的罗浮宫了，而且这是跟国外签约合作，不是整批法国罗浮宫的人到另外一个异地去盖馆，这有很多合作的模式。我的核心思想就是不一定努力把人带进来 ，OK， 那很重要。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能量，我们可以出去。罗浮宫都已经思考了，而且这当初在法国也讨论几十年。他们认为，这么高高在上的法国文化、欧洲文化，可以到阿布达比去吗？我们甚至他们也内部讨论很多，我们的堂堂罗浮宫的名字，愿意冠给一个阿布达比的一个分馆吗？确实在法国文化界讨论很久，但最终他们花了10年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的故宫有没有在尝试这样子的思考？我知道现在办不到，你南院都处理不好，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吧，院长。谢谢委员。那针对其实的话，重要文物到国外展，我没有排斥，也积极在规划。但我觉得我刚问你啊，国宝翠玉白菜跟肉形石要不要再勇敢出去，你就讲得很保守了。不是，我不是说保守，我是说因为在规划策展，一方面你要了解在地他的一个，他们对于这一部分的需要。是 open minded。不会不会，我们那我相信大家竞相都喜欢，都可以争取。我觉得那是一个思维，那是一个展示出来的态度。好，那回答我，海外分馆，故宫有没有可能有这种突破？去思考一下。我们的话就说海外的一个拓展哦，有几种方式，包含到我们现在像数位化的分馆是有在考虑。这个是最极致的了哈，你可不可能想一下？好，回去想一下，下次再来我办公室聊一聊。常常我们俩聊天都会激发很多新的做法。好，可以想一下，是你去好好研究罗浮宫要设阿布达比分馆，当时在法国的文化界铺天盖地，大家的讨论，我认为这样的公共讨论就是一种文化深化的价值。是，在这个讨论的过程，我们台湾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会在这个公共讨论的过程当中获得相当多元的启发跟对话。我认为这是不一定是说真的去设成分馆。但是这个讨论不是不行 ，open minded。是我们其实都要包含跟一些姐妹馆也在。那我就回到您说的考虑博物馆外交、故宫厅、博物馆外交是。故宫要成立一个国际，这个叫什么？国际处。哎，国际要修法还没有推。是。现在就先成立一个国际交流办公室，长期是希望在编制里头有个国际处。但是现在没有，还是一个办公室的规模。好，谢谢你们有看到这个推展的必要。那我们来看看国际怎么做。大英博物馆它就是你们想做的那个方向，有一个专责机构来推动国际的事务。你们现在有努力，但是修法有没有想要修？国际处有没有真的想要给它一个身份？院长有没有？有。那你的修法启程，你的真正的成立国际处，像大英博物馆一样，我们向世界宣示故宫全力的走出去，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什么时候国际处会有？其实的话，因为只要沉睡一进到那个组织法的一个修正的话，会就很困难。但你要不要做嘛？但是我目前的话会。
朝向处规程当中，把国际交流跟其他处的话去怎么样整合，因为其实的话有很多，它虽然名称不一样，就是说很困难，所以现在只能够先这样。好了，我也勉强逐步好，逐步专责机构大英博物馆是这样做，人家做了几十年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它甚至在1870年成立之后，1879年就成立了远东部，现在叫做亚洲部。大都会博物馆，你看它有亚洲部、古埃及艺术部、非洲部、大洋洲部、美洲部，不同的部门去处理不同的文化展件的收集、典藏、文化的研究，包括国际的交流，人家做了上百年了，而我们现在要成立一个国际处，你在跟我理由一大堆。人家这样做，我们是不是太慢了一点？我们看下一页。博物馆外交，文化部可以，故宫行不行？国立历史博物馆，光文化部的史博馆就有40个姐妹馆，亚洲18个，欧洲14个，美洲7个，非洲也1个。文化不行，故宫行不行？院长，谢谢你。现在开始有姐妹馆了，对不对？是几个？现在目前陆续的，我们陆续嘛。上一次我跟你提出，我就说我们两个聊天会激荡出很多做法，我提醒你可以去做姐妹馆，谢谢你努力去做。现在几个？目前有两个，但是 MOU 的哈已经签订有4个。刚刚国立历史博物馆几个？40个。故宫是台湾博物馆的龙头。好，我谢谢你现在开始做，就2个，一个是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一个是我们大阪的东洋陶瓷博物馆。我举个例子，我谢谢你听进我的建议，你努力在去年你任内开始在做故宫的国际姐妹馆的缔结。你看看啊，我们跟旧金山的这个亚洲艺术博物馆，1961年，我们超过半世纪前就跟他们合作了。在1961年的时候，我都还没出生啊，我爸都还没遇见我妈。那个时候，我们前进旧金山展览，到旧金山这个馆去，就创下了50万人次的参观人潮。1961年，半世纪以前。一个到国外展的就50万人潮，你现在南院一年要冲100万，你都匹配串，效益在这里嘛？所以你很积极的去缔结姐妹馆，要深化未来的合作，这绝对是对的，是我绝对 100% 的支持，这也是我向你提出来的建议。但是未来还要再做更多，是不是？目前还有哪些姐妹馆在谈？就以故宫的能量在国际当中，当然很有它的一个行销的力道。是啊，所以的话，目前的话，从我们两个聊天聊一聊，你马上就冲2个，我觉得很好啊，这是可以操作的。各州的都有在谈，包含到像加拿大、美国一些博物馆。另外，今年还会不会有好成绩？一定会更多，会有几个？会有更多，因为包含这一次的一个博物馆，今年会不会破5个？一定会，今年会破5个。是是是。好，故宫院长今天告诉我，2018年姐妹馆至少再多3个，我们会破，加起来5个。是，很好，这个没有问题。那你就比比看，国立历史博物馆细咋呗？然后我更要说，大英博物馆人家各设立不同的艺术分部，然后呢？对不起，刚刚是大都会，大英有个专责机构，我期待我们的国际处该争取组织提升，该有更大的能量，我们在教委会全力支持。那我希望，我今天根本没讲到后面的会台哈，中国会台31项政策，故宫也有责任，他们已经看紧要抓我们的文化相关的人才了，故宫怎么办？我目前没有看到你的方案。是，好，我今天没有提，下次给你机会再做准备。是，所以国际的竞争，包括中国的会台政策，故宫都要更积极，好不好？是，好，5个姐妹馆，我等你。好，然后国宝再出巡，我觉得是可以的。是，国宝会出巡，包括今年年底我们那个翠玉白菜就会到花博那边，到台中，很好，这也是好机会。是，好，但是未来有更多东京奥运，我还是请你们有更积极的规划。是，谢谢。我们也把初步的一个情形跟委员再做报告，谢谢。好，
下一位是李立芬委员质询。那在李立芬委员质询之后，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有请李委员。主席好，麻烦请院长。好，院长请。李委员好。院长好。是。院长，我来到立法院，我对故宫的一个要求，就是一直在推动，希望我们院故宫能够一直推动所谓的儿少的文化平权这个部分的工作哈。那我也很谢谢院长，就是也一直有回应我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质询跟要求，所以我看到我们故宫在儿少平权这个部分确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那这个部分我是相当肯定的。好，谢谢委员长久支持。好，可是我相信院长一定也跟我一样哈，绝对不会满足于现在的一个成绩，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做更多哈。那我想说，所以我想说，接下来还是会继续针对儿少还有性别的议题，继续来跟院长做请教跟讨论哈。那我的期待是认为我们故宫不是只是做我们博物馆的龙头，我们还要做推动博物馆公共化的一个领航者的一个角色。好，这是我对故宫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今天想要跟院长讨论的部分，是我过去讲的都比较是学龄的儿少的这样的文化参与权，可是我今天想要从家长还有我们婴幼儿的友善措施来看，我们故宫还可以再做哪些努力哈。那首先呢，我就是很好奇，我们不管是北故宫或是南故宫，到底有哪些友善对婴幼儿友善的一些措施哈。那我就在网络上就看你们的网站来做搜寻哈。那我看到部分是我们南故宫的网站，南院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在无障碍服务这个地方有去介绍说啊，我们有婴幼儿的车可以免费可以借用，还有是各个楼层有哺乳室，还有那个一楼有儿童的创意中心等等的，还有一个亲子的一个厕所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南院是看到我们是放在无障碍服务的项目下哈。那我们就看一下北院这边呢，一开始我们一直都找不到哈，因为在我们北院的无障碍的项目里面其实是没有的，是没有写的。那我们是放在哪里呢？我们是放在儿童园地的一个小角落。好，那这边写的是一个亲子友善设施。那把它看进去，它是一个 PDF 档，就是请大家自己看。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我们若有家长还要带小孩，年纪比较小的小孩来我们的两边的，不管是南院还是北院来参访时，他想要看看说有哪些友善的亲子友善设施，你就会发现他找的方向是不一样的，然后是藏在不同一个地方的。我会觉得说，光是我们这种资讯的一个提供都不是这么友善哈，所以我想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部分资讯提供的这个部分，我们从网站先来做改善。好，谢谢委员了。那今年我们其实重点工作也是服务品质，包括到这一些像弱势团体或像比较特殊的这一些年龄层，整个软硬体的一个就是友善化。那我们会把这一部分也把它纳入规划。好，谢谢院长哈。那其实我要给院长一个肯定，就是说我有看到一个网站，其实它是在针对我们各政府机关哈。他的哺乳室哈给评价，那其实我看到这个网站对我们南院哺乳室的评价其实是很不错的哈，所以我想说这个是要给我们南院一个肯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有用心的，我们民众是肯定的哈。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那个资讯提供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我要讨论的是厕所的部分哈，因为我刚看到我们北院，其实我们就是说我们那个相关的一个南院这个部分有提到说，我们一楼有儿童的创意中心，有一个亲子厕所哈，所以要跟院长来讨论亲子厕所。基本上我觉得那个地方如果只有一个亲子厕所，真的太少了。那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设这样的一个友善的厕所呢？那我要跟院长分享，我之前哈二月底去日本考察，那我看到在日本的国会，他们的众议院里面哈，
他们有一个很友善的一个厕所的一个设置，它这个厕所呢，它包含给所有的性各种性别、各种障碍者，还有亲子都可以使用。所以它的标题是怎么写的？它是写说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厕所。好，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厕所。那其实我在日本的一些美术馆的一些厕所，我们发现说它也是这样一个概念，它也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成人大家是可以进去的，那里面也有一个婴幼儿的一个座位。好，那我要提到这个部分是我要提醒院长，就是说其实我们在2014年除了通过联合国同权利公约的施行法之外，我们同时也通过了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施行法。那他在他的第二条其实有特别提到一点，就是所谓的通用设计。好，通用设计的概念。所以什么是通用设计呢？它是指说我们要尽最大可能让所有人可以使用，无需做出调整或特别设计之产品环境方案与服务设计。所以其实根据这个身障权利公约，就是所谓的 CRPD 的精神，其实我们现在把一般厕所、无障碍厕所、亲子厕所分开去设计，其实是不一定要这样子做的哦，其实是不够进步的，也有点浪费。其实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子把它设计成一个通用、一个通用设施的一个概念。好，那我要特别提出来，就知道我知道我们在北院我们有新故宫计划，我们在南院有第二期。我不知道说我们现在所谓的空间这种空间的设计，是不是都可以把这样一个比较一个新的一个友善厕所的一个概念能够融入进来。好，这是第一个提醒。好，第二个提醒也是跟我们未来的设施有关系的，是这个部分，就是我之前有看到应该是说我之前有看到我们在那个我们的性平的一个委员会里面的一个开会，我们其中有一个委员就是何碧珍女士，她有特别提到说我们是不是故宫可以有所谓的幼儿临托的一个建议。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建议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所谓的儿童这些儿童中心，其实我们的年龄儿艺中心，我们的年龄都是针对6岁以上、5岁以上的小孩嘛，那我们的设计也会希望是亲子能够一起在这个儿艺中心，就是爸爸妈妈要陪着小孩子做这样一个艺术的一个体验。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有一群家长，其实他们的孩子可能还小，可是他们也很想要来博物馆参观呐。那这样怎么办呢？他们会担心是不是孩子会吵闹，还是说他们推这种婴儿车，其实我们动线又不是那么的友善，那这样子是不是阻碍了这群家长他们也应该要享有这样一个文化参与的一个权利。好，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特别去看到说，其实在你们的性平小组里面有委员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那你们的回复就是说啊，你们不希望儿艺中心变成所谓安亲班，那你们也看到说哎，好像其他国家的博物馆好像也没有这样一个设置。好，我看到你们的资料是这样子回答的，那我在这边要特别来跟院长提供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其实不是，不是没有博物馆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在日本金泽市的21世纪美术馆，它就有这样一个幼儿的一个托婴的设施。那我相信院长一定知道21世纪美术馆嘛，好，一定是知道的，他也是非常有名的。那他的建筑师是妹岛和世建筑师。那他这个美术馆最有名的就是说，他想要让家庭主妇可以安心的看展，所以他们针对3个月到学龄前的婴幼儿，他们有这样一个付费的幼托设施跟服务，它是付费的。好，所以我们可以想的是说，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一定要免费，其实某一个部分有一些服务我觉得付费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看到这个21世纪的美术馆，它就用一个付费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都知道说，因为在日本家庭主妇全职的家庭主妇比较多，好，那他们常常也需要带着孩子到处去，就是我们这样父母亲讲说遛小孩嘛，就是要带小孩子出来走走，那一来也可以享有他想要去看展览的一个权利。好，所以我们看到21世纪的美术馆它是这样做的。那我要提的说，在台湾其实全职的家庭主妇也很多，我们在育龄的这个妇女这个阶段，其实她的劳产率其实都只有50%多而已。好，所以其实我要讲的说，我们也常常在捷运看到很多的妈妈，她就推着婴儿车，然后就是带着孩子到处逛。那我们也会希望说，如果我们的故宫的展览是这些在5岁以下这些妈妈或是爸爸，他们因为要照顾孩子，可是因为这些设施不友善的一个情况之下，以至于没有办法去，那这个部分就非常可惜。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既然在故宫有一些新建的一些工程，是不是可以针对我刚刚讲的友善厕所，还是这样的一个托婴的一些设施，我们其实都可以在未来这个部分能够规划进去。是，谢谢委员提醒哈。那在有关你那个刚才提到了亲子厕所或友善的厕所这一部分，因为最近也我们也发现故宫整体尤其北院很多老旧的厕所，所以正在改，我们会把它纳进来，就开始去规划，不要等到新故宫整个改建。是。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有关那个幼托服务方面，因为其实的话，幼托服务假如能跟有一些幼托的那个民间团体合作，那倒是可行。是。所以未来新故宫这一部分会把这些空间那个包括服务或休闲空间纳入思考。最近的话，我们也请我们院里面相关处室，像教展处这边来开始来看看探讨，跟这一些像幼托服务协会或者相关，看怎么去合作，提早提供这样一个服务。对，院长刚刚的回复我是非常肯定，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自己做，其实我们是可以跟一些幼托的一些团体，或是一些本来他就有这样的经验的，其实就可以合作，我们可以提供一个适当的场地给他。那我相信这样子做，对于这些5岁以下是6岁以下的这些家长来讲，绝对是一个大的一个福音。那我就想说，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走到故宫去，不管是南院或是北院。那我想说，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是应该把这些所谓的困难障碍把它排除掉。那如果一排除的话，我相信一定可以有更多这样的吸引更多的家长可以来到我们故宫来欣赏我们的一个宝物。好，那以上谢谢。谢谢。好，谢谢立芬委员，那就先休息10分钟。好，谢谢。
好，大家请就坐。现在继续开会，下一位执行委员，有请陈廷飞委员，谢谢。谢谢招委哈，我们是请我们的院长。请问好。院长。是。我想最近大家一直在探讨说，到底故宫南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就是说，在故宫南院跟我们所预期的游客参观人数好像有一点落差。那这个部分，或许我们可以把它思考为说，开馆的时候因为很多优惠，所以大家都有一些期待，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大家一窝蜂去了之后，然后现在可能稍微有一点缓和，然后有一点点，跟我们之前的这个人数有一点落差，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可是。我是来自台南，过去大家说故宫南院，大家会有一个期待，哇，我们可以看到，可能过去必须到故宫北院、台北故宫才看得到的东西，现在不用到台北故宫，可能到故宫南院我们就看得到了。可是去了之后呢，跟预期有一点落差，丰富感不同，而且。他们所期待过去在台北故宫所看到的一些珍藏国宝好像也不一定在故宫南院看得到。或许我们在北故宫跟南故宫，我们的方向跟我们的策展它是有点不同的思考逻辑，可是在一般民众他的思考绝对不是如此，他反而是希望说，过去我在台北故宫可以看到的东西，我到底在台南、在南部、在故宫南院，我可以看到什么？所以，其实今天，我希望用比较多的时间跟我们的院长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当然，这是杂志当中所说的，我们要如何抢救故宫南院，或许是这个点，让我们开始来探讨说。哇，故宫南院连外国人都开始在注意这个环节了，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喜是说，原来故宫南院已经让大家注目到，那一则以忧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让我们的故宫南院更为丰富？我想我们南部院区从105年。这样的数字，106年有往上升，同月份哈，我们是看同月份哦，一月份的哦。好，我们105年是12万，106年是3万，107年一月份是45860。我们看到2月份，105年的2月份是186858，106年是154590。到了107年2月份是105180，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数的递减，我们会有担忧，会有担心，为什么？院长是这里面哈，我也报告一下，元月份来讲3年了哈，第一年当然我们寄出一些免费哈，包含到那一段期间，大家也对新奇或者说对这个馆新开幕的一个吸引力，那所以的话，第一年那段期间确实的话是人是比较多，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元月份的一个落差，元月份的一个落差是在于说它
去年跟前年的那个春节期间是在元月，那今年的话是在二月，这个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的话去年哦，比如说在一月二月，他人会比较多，是因为我们办了日本美术之萃，他们日本国宝来台湾展，那特别有去做这样主题性的一个特展哈，所以国际的一个借展，所以他也吸引一部分来。那今年的话是会更艰巨，好，所以的话我们也非常严肃看待这一些，所以也提了一些未来的包。包含到一方面，我们不仅要保持到百万的一个目标，两个重点是我们105年、106年，它的春节是在一月份，对不对？是。107年，我们的春节是在二月份，是。可是我们看到107年的二月，它的人数也没有像105年跟106年那样的人数哦。是，所以的话，我说106年是日本美术之最，日本美术之最是，所以吸引很多日本的观光客来到台湾，来到我们的故宫南院，所以表示我们107年我们没有之最。目前107年当然也在规划，包括北部的一些主题性的展览会下去以外，另外这就是问题所在，跟中研院会有一个首次的商周文化的一个展览，包括青铜器跟甲骨文，这就是问题所在嘛。其实从107年的一月45860个人，到107年二月105180，其实依照这样的数字，不论是春节与否，它的数字其实跟106年都有很大的落差。好，您说，因为106年有日本之最的展览，那问题是107年我们的策展速度怎么这么慢？我们怎么没有去思考到说，我们到底在这整个年度当中，我们在故宫南院，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特别？所以我一开始在跟院长讨论的，就是以我南部的心情在跟你讨论，也就是说，很多我们的乡亲去故宫南院看完之后的感受，他们原本有很多的期待，也就是说，我可能过去在台北故宫，我要跑那么远，可能坐高铁2个小时，再搭车，甚至他们坐游览车去到台北故宫，要4、5个小时，然后看完之后，他们觉得，哎，基本上如果那样子的一个缩小，可以来到故宫南院，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去看的时候，跟预期是有一点落差的，预期是一点落差的。这个，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很坦白的跟院长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听到很多，所以我们要怎么将故宫南院它的特色跟它的特别之处，要怎么利用策展，让它能够在每一个月、每一个年度，让人感受有新奇感。因为我们要把台北故宫的东西搬到故宫南院是有困难的啦，我们也很清楚啦，是不可能啦，顶多每一次在策展当中把几样国宝级的搬到我们故宫南院，可是它能够维持多久，我们不知道。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的话，现在南院展出的啦，我们假如说，排除跟日本借的那个高丽青瓷跟伊万里那个青花，这个的话是从国外借来展，其他的展场里面70%以上都是北部故宫去的文物，当然也是北部故宫去的文物啊。是，可是院长，你还是没有听懂我讲的精髓问题。去到台北故宫所看到的东西，没错，在故宫南院的东西当然是台北故宫来的啊。可是它的一个行销跟它的特别，还有它的吸引度是。
所以我这个的话要接着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注意到这一点。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去的时候怎么让他了解这些重要文物，或者甚至我们国宝文物在南苑展。另外的话就包括策展方面，这一个部分我们在今年四月陆续就会开始去修改，好、哦、让国人的话也能更理解，陆续去修改，尤其南部，就是说陆续去修改是什么意思？包括我们目前的那个常设展跟特展主题厅的展览，它的展出的那个内容跟有一些主题，还有策展的一些内容的文物的一些呈现，或者它呈现的方式，都会开始去强化，希望说大家强化。那什么时候要去做一个比较实质的检讨？已经有检讨，但是的话，现在要推出整个比较精致型的规划策展。是什么时候？我们目前的话，就包括策展的那个内容，或者说主题都有。那现在的话是事业陆续，因为有一档那个高丽青瓷，他拿回日本以后，重新必须要去重新思考。院长，其实所有南部都希望说，故宫南院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光点，然后。包括嘉义、台南，我们可以借着这一个重要的观光点，把它做串联。是，也就是当我们故宫南院吸引游客来到故宫南院，它一定不止在故宫南院而已，它一定会再去征求几个比较周边好玩的景点去做串联。是，我们都要目前当今天故宫南院的特色没有展现出来，没有办法去吸引到游客，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加惠到这几个地方它的游客人数的增加，也没有办法做点线面的串联，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是，所以为什么当时候民进党执政的时候，那时候要把故宫南院放在嘉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是我们怎么透过这个故宫南院能够串联这周边所有的农村文化的价值，还有各个景点的规划，甚至把人可以留在嘉义跟台南，创造更多的产值，观光产值，这才是我们要的。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让他留在嘉义或台南这个地方，那表示故宫南院没有足够的吸引度，没有足够的吸引度，他就不会为了一个点来到这里，这是非常现实面的。他可能到北部，然后到高雄这边他就跨过去了，甚至到台中，在南部这一块就被忽视。是，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那么重视故宫南院？就是说故宫南院你的策展很重要，你的价值很重要，你要让所有的游客甚至南部的乡亲感觉到说，我去故宫南院是可以比拟台北故宫的，它的包括所有的珍贵，它的国宝，还有它的策展，但是现在是感受不到，我必须很坦白，现在是感受不到，所以去一次他不会想要再去第二次，这是现在大家对于故宫南院最重要的一个感觉。是，所以我把这个感觉跟院长一起分享，因为我们来自地方，我们听到很多大家对故宫南院的一个评价，所以这样的人数的递减，它绝对是有脉络可循的。好，所以院长，我们要努力一点。是，故宫南院真的不要让大家好像感觉要快变文资馆了，我相信不会，我相信不会，我绝对有信心。是，可是我们要更多的力量跟更多的一些心力把它放在这里，这才是比较重要的。好，谢谢委员点出很核心的一个问题了。好，那这一部分我们都会努力，让真的以后到南部不到故宫南院，那就会遗憾，非得去不可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来规划。院长，我记得你这一句话哦，是我们会努力。我记得你这一句话哦，但是的话，周边的人基本上来到我们台湾没有到故宫南院，基本上他就觉得好像没有来到台湾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马上不论是嘉义或台南，我们的观光产值跟观光指数一定爆表。当然周边我们还是会去串的，包括博物馆的整合，周边的文化观光景点，还有一些观光的一些联合套票，像什么中台湾好好玩，这一些都会加快来进行。院长，其实一定要串联了。是。从嘉义，然后到串联文化部，它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然后所有如何串联？现在我们是有规划七个馆，包括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奇美博物馆、台南美术馆、还有高雄美术馆等，还有佛陀纪念馆。但是要先有特色，是我们都要没有特色，再怎么串还是串不起来。是。好，谢谢。我核心上我们还是会强化自己。那个院长说的话我们都听到了哈，谢谢，谢谢陈委员。好，接下来有请钟嘉宾委员质询。切换一下。好，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会场的工作伙伴及媒体朋友，大家午安。那有请林院长。好，院长请。委员好，院长好，我是觉得你是非常诚恳老实的人哈，有没有上过法院呢、啊？上过法院、啊，被人家提告过？应该有吧？有，应该有啊。啊，最近有没有被人家告？没有。最近没有吗？我看到媒体的报道说，最近你们跟姓华的好像有一点过节哦。你知道我在讲哪一个吗？了解。好，那大概是哪一件案子？我们南苑促餐吧，我没有接到这样一个，就是说，法院的通知啦，但是有听说他有听说媒体报道有一个华鼎投资投顾董事长，他是上面呢是华福远航集团，底下有一个成立的华喜，是在做你们故宫南院的展演 BOT 案，对不对？是。啊，这个案子听说好像走得蛮辛苦的，院长能不能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其实都要就以那个 BOT， 因为它是一个文教设施的一个促餐案。那以文教的一个设施，尤其的话，国内像文创的一个园区啊，好多 BOT， 其实的话，大家都觉得它原来我们设这一些园区的目的，也就文化设施这一些目的，其实的话都有偏离。所以的话，针对啊。南苑那边，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50年的一个投资案，所以我们很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它必须要依约依法来执行以外，公共原有的公共的这样利益一定要确保，也就是它原有功能，我们一定会坚持。好，院长，是，如果你去好莱坞拍电影哈，先上映3分钟，人家观众就走光了，你还没讲到重点呢、啊哦、我都帮你把重点整理好了，我知道你要铺陈、哦、但是现在呢，我看看这两兆的说法是不是一样了，就是说他的案子呢，是不是大概要50年嘛，然后呢要70公顷，是不是这样？是。那这70公顷当中呢，他们要50公顷，有除了20公顷之外呢，他有50公顷的 BOT 的范围。是。那你们希望他是做的是以文化设施，对不对？文化设施。那、现在呢，他们在盖旅馆。是，那旅馆也是文化设施一部分吗？还是你们对这个有意见？就以BOT 来讲的话，它因为要经营文化设施，需要一些资源，所以的话，透过商业去营运来支持。但是不能反客为主嘛，对对对，不能到了搞到后来，这个、一定你把那个50公顷的拿去都盖旅馆做观光，可不是放在我们的文化设施的核心，对不对？就本末倒置了。那所以你们也担心这一点。那另外呢？你们也认为说文创馆不能只为了收取租金嘛？那对方是说他们有他们的文创理念啊，那最重要的是他最近呢不断的在变更他的设计修改计划，那修改计划经过你们审查，是。那他这个同时呢，他预定什么时候要完成第一期的工程，可以开始营运？他的话有3期哈，第一期的话是 OP, 什么时候完成？对，那第二期的话是今年的8月17日应该。对啊，今年的8月啊，那到底今年8月的东西影子在哪里？现在是几月了？3月。3月是。啊，你觉得到8月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第一期的建设完成吗？就以常理来讲，当然不大可能，因为它包含到我们讲环境影响评估也建造取得，包括到整个兴建工程使用执照。是。这一些，那个，但他说你们是效率差啊，对方说你们效率差、啊。我们的话，
这一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坚持的那个，刚才委员也提到，它是一个文化设施，是公共利益的一个公共投资案，所以你们都是依规定来审查，哎，一定要。好，不能缩水，也不能放水。所以院长，你现在说辞要很小心，因为我看到媒体的报道是，他们已经对故宫提起毁损商誉的告诉，就是说你们对他们这么多这么多的没有办法依约履行的这样的一个指责或要求，好，对他们构成商誉的损失，这你可以接受吗？这一部分，我们理解了哈，他们的话也是有他们的一些想法主张，但是的话，我们都要非常公正，尤其的话，就我来讲，从事公务三十年，从来没有去说好对任何厂商有什么样的一个在执行的话有干扰，我都是依法依他们的说法哈，依的话，说现在你们想要撤换厂商。所以呢，处处给他穿小鞋，要造成他没办法如期履约，以便可以撤换。你们有打算要撤换他吗？这个的话，我倒是可以告他。从头到尾，我们哪有说你不要动不动要告人家？人家可以告你。不是，他现有来讲，像这一种谎话，我们从来不去。哦，对，没有了，我们。基于合约的话，诚信大家在执行这些公共建设的话，不应该这样去谈说我们有什么。没有，他有没有说你们要撤换他？这个我们看是媒体报道了哈。但是如果他没有真的说出来，你也不能告他了哈。好，那简单讲呢，有些媒体都认为说他担心是第二个庆富案，因为他现在涉及到他跟银行的贷款呢有资金尚未到位，根据你们的要求哈，他应该呢要自备50亿资金当中，他准备20亿，30亿的贷款呢目前只到位不到20亿，那如果你们计划不审查通过，恐怕银行也不太敢借给他，那坊间很担心这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庆富案的翻版，那故宫有没有阴影？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了？就以那个这一个投资案，他当时规划是说，我第二期，也就是说他新建的话，不得少于20亿，是啊，他自备资金不得少于20亿啊。但是的话就，但是银行贷款30亿，他现在还没贷到哎、欸。银行他的话有融资到19亿多了，好，那19亿多当然他就是还不够嘛，是有资金的话又会去补。好，那我想这样子啦，但是这一部分我们也都一直在实质上的审查。我只是提醒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希望行政机关要以前车之鉴，好，那么要密切的注意，我们不要刁难人家，但是要保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是，那也不要被涉入到像庆富案这样子，让社会哗然，让整个社会呢对我们的行政失望的这样的情况，好不好？行政把关。这一部分我们会坚持。好，是。那其实呢，在上一次呢，我有提过，大家看到黄金比较开心一点，然后缺钱嘛，好，我们这个是美国，我上次有问过，有提过，就是美国的黄金储备银仓库呢，它其实不是他自己在用，各国的中央银行的黄金准备都在纽约的这个仓库里面，那随着汇率的变动，他们搬来搬去，也就是说，美国盖的这个金库服务各国的中央银行，对不对？那我那时候曾经提出，故宫曾经有考虑过南院的那个储存设施不够，那是不是我那时候就建议说，你们不要只盖给故宫南院用，要考量到中南部很多展馆，有些包括私人的展馆，它并没有能力去提供一个完善的储存设备。所以呢，你们看一下，你们本来那时候是希望典藏空间呢是不够嘛，只有908平嘛，你也表达说你们未来在故宫南院要新建一个大型的储藏的一个仓库，那现在进度怎么样？目前的话，是因为新故宫计划，所以这个国宝修复展示馆哈，打算投资三十四年内会盖好。那你们有打算把中南部其他展馆的需求也纳入作为你们服务的对象吗？目前除了我们就提供包含像寄存这些空间的一个规划以外，对，另外的话，我对这个馆的话有很大的一个期待，包含在地中南部的一些修复人才的一些培育，包括到有关于像文物保存观念或知识的一些教育推广教育都会来做。好，甚至的话，我们也希望说能支援在地的一些修复的一些。院长，这就对了。故宫南院要当我们南部艺文设施展馆的一个领头羊，不止你们的你们储存设施让人家提供寄存，你们的修复人才可以帮人家培育，甚至呢，我觉得你们可以进一步的。不只是在硬体上、服务上的取得合作，在行销上也要取得合作。那我希望说，您后续请你们提供给我一个，你们打算未来怎么样用你们新建故宫南院的设施来服务中南部的这些展馆设施，给我一个历史的清单，你们打算怎么做，好不好？好，谢谢。那接下来我请你看一部电影哈。
好、哦，再看电影，你看一看这个，大家问过很多人，今天都在问说你们人是跌得很惨呐、啊。好、哦，前年是147万，去年剩99万，这个困境我知道，刚开始会遇到困境，乱流度过怎么度过？我们来继续先往下看，奇美也一样啊。去年不是说只有故宫南院跌啊，奇美入馆人数也跌了40万人呐、啊。所以呢，这表示什么？中南部都遇到了一个这样的萧条的情况。但是呢，危机就是转机。我希望呢，故宫南院不要说整个中南部的展馆，观赏的市场萎缩，我们就放弃。好，公部门尤其要带领头羊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常在谈复仇者联盟哈，我改了一下了哈。哎，我们不谈影舞者联盟，什么是影？什么是舞？影视、影音、舞蹈、展览。好，戏剧、雕塑、绘画，这些就是我们中南部的展馆。这些人除了你自己之外，你还认得哪些人？应该都认识哦，都认识哦。嗯、他们名字叫做都认识。好了，没关系哈、哦。当然呢，这里面有些我熟悉的朋友啦，他有国立的机构，也有地方政府的机构，也有私人的机构，对不对？那我只是举个例子，因为这些人明显比较想，我把借他们大头贴下来。我希望呢，除了你把故宫南院作为南部的共通可以使用那个母基地之外，我也希望你在行销策略上主动的伸出手，筹组一个行销的策略联盟，叫做影舞者联盟，这是我随便举的啦，你知道我的意思哈？了解。那你打算怎么做？我现在不仅仅说只有行销了，包括后续会一起策展，然后会共同的，包括就是说活动相关的整合，或者说同时搭配去做活动的规划。是啊，院长，你讲的我感觉到你很少出国观光旅游，也很少去。你有常常带家人去旅游的经验吗？有常去参观博物馆啊，就是你真的还是工作导向，要有时要陪家人啊、是。你知道我们要安排家庭去度假旅游的时候啊，第一个是考虑什么？先考虑去主要主题是什么？是，比如说要去迪士尼，对不对？第二个考虑住宿要住在哪里？第三个，除了那个主题之外，我住宿点的周边有没有顺便可以去玩的？所以基本上只有主菜之外，还有前菜，还有点心，这些就是套餐的组合。所以一个艺文展演的行销，不能只靠独木难吃大厦，难撑大厦，一定要呢，在整个一日游、两日游的景点当中，要怎么样让故宫南院除了成为这一日游、两日游的中心景点之外，你们能够结合其他周边的展馆，让我们的家庭旅游或我们的展馆观光呢，它可以有好几个点搭配，这样了解哈？了解了解。你猪脚大餐不能只有一只猪脚啊！我们在规划新故宫的这些联盟，不能只以故宫为限呐、啊，就是包括在地的，包括已经在做了吗？饮食现在今年会进行，今年会进行哈、哦，所以我们算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们可以组一个英雄联盟了、啊。我们都要希望说委员也多支持，因为后续的话还要整合很多的资源，像高铁的话，从台北到南部，你讲到能不能优惠啊，什么这一些的话，是可以大家一起来努力。好，所以呢，最后我的结论哈，两件事情拜托你，是第一个，千万不要再有第二个庆富案。我们希望故宫南院的 BOT 案能够的审慎把关，落实要求，如期完成，好不好？是这一。第二个，我们希望故宫要带我们南部艺文展馆的领头羊，不只在设施上可以分享，在行销策略上也跟拉拔大家，好不好？谢谢。那这后面这两件事情，你有什么具体做法，请提供给我们，好不好？是，谢谢。我们随时的话，会把进度提供给委员。好，好，非常感谢钟嘉宾委员时间掌握精准得宜，谢谢。谢谢。好，接下来的质询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吴志扬委员不在。孔文吉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不在，刘世芳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不在，李燕秀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何新纯委员不在，陈学胜委员不在，蔡义瑜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不在，
今日登记质询委员均已发言完毕，另有委员蒋乃馨、陈学胜提出书面质询，关于今天会议做如下决定：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所提书面质询，请将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未及答复的部分，请故宫尽速以书面答复。报告委员会今天议程处理完毕，现在散会，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